各位来宾，大家好，我是李宗恩，非常高兴在这边看到这么多位湾区的朋友们。那据我了解，很多位朋友从远从外州而来，非常感谢大家，仅代表说我工作人员，欢迎大家来到这场演讲，谢谢大家。在演讲开始之前呢，我想先感谢这次活动的另一位主办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斯坦福大学孟怀莹教授。孟教授不止大力筹备这一次的活动，同时他个人也对这次的经费有很大的资助。那我们谢谢他。那同时我要谢谢台大校友会、中国工程师学会、矽谷损友团和很多位中医以及中医爱好的朋友们来当义工。想办一场这一个1200多人的活动，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没有这么多位的义工的帮忙，今天不可能有这样的活动。所以非常谢谢各位工作人员。当然我要更感谢这么多位在场的嘉宾。那今天其实是 long weekend， 大家没有去度假，没有休息，大家来这个下午来参加一场很严肃的一个学术讨论。我想势必是在于大家很关心自己的健康。那这不禁让我想起一个问题，在今天科技这么发达的时候，在矽谷这个全世界最先进的地方，我们为什么还不能免于疾病的恐惧？每天我们打开报纸都会看到很多医学的新的发明，新的医药的发现，但是为什么我们到今天不管是高血压、心脏病、各种的癌症、尿毒症，我们没有一个不会没有深深的挫折感？这不禁让我们问到，到底有没有一套医学能够真正告诉我们人体整体是怎么运作的？有没有一套学问能够让我们能够不忧不惧地面对人生的生老病死？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请到汉唐中医院院长倪海厦教授，来借由他这么数十年的经验、行乐经验，来告诉我们这个解答在哪里，为什么中医可以帮助我们往前走。我想各位在来到这场演讲之前，对倪教授的经历已经非常清楚了，所以我就不再重复，我换一个角度来跟大家介绍倪教授。我想讲一个故事，一个简短的故事，这是一个真实的病例。2年多前，我到倪教授的诊所去跟诊，有一位病人，一个小女孩，16岁不能叫做小女孩，为什么称她为小女孩呢？因为她全身都紧缩起来，看起来就像7、8岁的小孩。那她送进来的时候呢，这个小女孩16岁，父母都是白人，个子很小，进来的时候你一定不会没有一个很强烈的印象，他全身抽筋，除了睡觉以外都在抽筋，脸部已经弯曲了，两眼往上翘，没办法讲话，神志很不清楚，一直流口水，然后手弯着的，不能拿东西，脚呢，倪老师用一个形容词来想说，很像螳螂的脚，整个螳螂的脚是弯着的，没办法走路，是膝盖跟脚尖在地上用爬的。他对他的智力以及他的身体的控制能力大概不如一个2岁的小孩子。那他进来诊所的时候大哭大闹，是由妈妈推着轮椅进来大哭大闹，他没有办法注意到旁边的人或事物，爸妈也没办法跟他沟通，那他一直在那边哭闹，那所有的人在候诊室看到他都非常的难过。这个小女孩得了什么病呢？在西医上我们认为他们叫做 Angelman Syndrome， 天使人症。 Angelman Syndrome 天使人症这个病呢，它的原因现代医学还不了解，很多争论，有说是基因的变化，有说是突变啊，或是小时候在妈妈身体的时候长的时候受到什么疾病的伤害，没有这个结论。可是现代医学有一个结论， It's not curable，无药可救。如果你到 Wikipedia 或任何的网站上去查，你会发现他的结论是这个小孩子终身从生到死就跟这个病魔永远绑在一起了。16年了，一个小女孩的生命被锁在这样无助的身躯里面。我想请大家闭上眼睛想一想，
如果这个小女孩是您的女儿，她的一生，您的一生会是怎么样的情况？几个月以后，在倪老师照顾几个月之后，这个小女孩又再度来到了诊所。我记得那一天，我印象非常清楚。那天实际上是我从 Florida 要回到加州的一天。我班机是中午的时间，我早上来到诊所去。2008年9月17号，小妹妹是由妈妈牵了进来的。你还是知道这个小妹妹不是非常的正常。Something wrong with this girl。但是两腿可以站直，可以走路，不哭不闹，安安静静的由妈妈牵着走进候诊间，坐下来可以安安静静坐在那边，听着妈妈打开故事书，当然还是小孩子的故事书，因为他的智力还没有恢复正常，听妈妈安安静静讲故事书，跟妈妈可以有互动。妈妈跟女儿被我们引进了倪海妮教授的诊疗室，那妈妈很高兴地跟倪教授解释这几个月来的进步。当我们所有人都在专心听倪教授的听妈妈解释给倪教授听这个进步的时候呢，这个小妹妹突然双眼深深地看着倪教授，站了起来，双手紧紧抱住了倪教授，就好像用她全部的生命整个灵魂跟我们倪教授说谢谢。在场的十几位医生每一个人眼睛都红了，每一个人都哭了，他深深打动我们的心。到今天，每当我研究中医，如果遇到挫折、遇到瓶颈的时候，这个画面，这个小妹妹站起来紧紧抱住倪教授的画面，就在我心中中浮现，给我力量，让我继续往前走。在每一个行业，每一位大师都是借由他们一件一件的作品来感动世人。倪教授行医数十年来，有无数的像这样感动人心的病例，所以现在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中医界的大师倪海厦教授，谢谢。这个谢谢大家，谢谢这个大家的鼓励哈。这次呢，真的是很难得啊！那个我非常感谢这个孟怀英教授啊、李宗恩博士啊、哈你们，还有这个中华工程学会啊、还有台大这个校友会。那今天呢，这个我们讲的主题哈、这个是如何从。为什么中医啊可以从感冒啊一直治疗到癌症啊，它的原因是什么啊？我相信过去呢，在座的这个所有的听众呢，里面都是绝大多数都是高科技的哈、高科技的人，所以说你们过去呢对中医并没有哈、实质上的真的有接触。那我今天的任务呢，其实我个人没有什么，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把中医发扬起来啊、这个我们的理念呢为什么可以我们为什么值得我们去发扬它，并不是说我们迷信中医迷信西医，而是就像你刚刚我们李博士讲的，我们要找到一个正确的医学啊、所以正确的医学呢就对人类有利有益啊、你如果是医学不正确啊、误导群众啊、这个就会害到很多人。那一个家里面有一个人出一个问题啊，如果是瞬间出事，车祸意外走了也就算了，那如果出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无解的啊，那可能会拖你们10年20年，这种会拖你们10年20年，这种啊，我个人觉得就是好像是天子嘛哈、就是你今天我们大家领的医师执照都一样，都要去看病。那当医师干嘛？干嘛就是把病治好。那外面很多医生，可能是山寨版的医生嘛，好像治不好病，那就讲了一大堆病名。那没关系，你讲的病名都无所谓。像我在离开之前一个礼拜，
这个礼拜你知道我做了多少事情？光是我离开哈，我今天、昨天、昨天我从佛罗拉离开，昨天是礼拜五嘛哈，今天礼拜六，这个礼拜的上就从礼拜一到礼拜五，你看我做多少事情？我们一个病人呢，他得了个病，那进来的时候是老美啊，那这个是癌症，西医给他的病名叫 adenocarcinoma。好，这个长了背后，哇，那个痛得要死，然后病人不断的盗汗，好，我开处方给他。那这个病人一得到癌症的时候，被判定是癌症的时候，是美国人哦，他就赶快打电话，就朋友就周围的朋友就给他意见啊，好，结果中间有一个人，这个一个太太就跟他说，你去找我们 Maryland 的打人力比较好，他说因为我的乳癌是他治好。然后他哦，讲着他就赶来了哈，没有做任何的动作，没有开刀，没有化疗，什么都没有。我开个药，开药给他吃，才一个礼拜他回来，他礼拜四回来，就已经好了，很大一大一半，盗汗啊什么严重都那个痛也去掉，减轻很多，睡眠啊然后都回来。那礼拜一来一个病人，香港的华侨，他从加勒比海的一个岛上面来，他得到的是。红斑性狼疮 lupus， 啊，就是说美国人说 SLE， 那脸上的都是红疹啊，身上有红疹，然后关节痛。他礼拜一才吃我的药，到礼拜四三天，他红疹就退掉了一半，好，关节痛几乎都没有了，只剩手指头一点点关节痛，好，睡觉就恢复了。我们讲这些，并不是说要去表现我怎么样，不是，而是我们中医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好。今天呢，我要跟各位，我们从很简单的方式带大家入手。个人呢有一个希望，今天听完我们讲了以后，你就会是世界上最好的医生啊！所有的妇女在做现场，保证你远离乳癌，因为一开始你就知道你得了，你有没有乳癌，马上就知道，不需要去做 mammogram 啊。mammogram 一般是我叫那个敌人去做，那这个女的。看得很讨厌，他不要我，很喜欢他，他也不娶我，他也不嫁给我，哦，我说回来你去做 mammogram， 啊，就害他，这个我是给敌人用的啊，自己不要弄哈，那个等我听完我讲完了以后，大家就了解了为什么我们会这样讲，啊，所以前半段部分呢，我讲中医的诊断，好，那中医的诊断，我们为什么中医跟西医的诊断不一样？诸位太了解医院里面的一些设备哈，不管是 ultrasound。CAT scan、CAT scan 或者什么 X-ray 啊，什么啊，或者 lab test whatever， 你们都了解经历过这些，可是你仔细的深入去想想看，医生他没有关心有没有关心过你身体的感觉如何？没有。你坐在他的对面，他视若无睹，旁边在看你的验血报告、检验报告，他看不到你啊。你说医生我在这里啊，他说你没有你在这里，啊，所以是一个三角形，你在这边看不到，他看的是报告。中医不是，中医直接面对你，听你的感受，而我们人身上自己产生的感受，那是天地之间与生俱来的，啊，那所以呢，如果你正常，你告诉我的感受；如果你不正常，我们中医有望诊，从旁边观察，看你什么问题，大概可以知道你是哪些问题引起的，我们也可以出手，就是盲哑科啊、聋哑科什么都无所谓，那你可以讲话最好了。那就是要大家要跟大家知道，要让大家了解到，就是说我们这个中医的诊断方式是非常科学、非常有道理的。好，简单讲就是，好，就是这个样子。那中医呢，能够做多少？好，那这个我们在做第二个部分的时候，好，我们来介绍这个啊中医的治症。我会提到一些案例给大家，好，给大家看。那中医呢，人好。如果你觉得这个案例你有疑问，我们人都可以随时找出来，让你去看他，让你打电话跟他聊聊，好，都没关系，好，好，我们首先看呢，第一个，我们从，好，中医的八纲辩证，好，这种论治法则，这个现在大家看到荧幕上的阴阳、表里、虚实、寒热，这是每一个中医都知道，可是不见得讲得很清楚，好。今天呢，就我来好讲给大家听。我们先看，把阴阳先拿掉，不要看阴阳。阴阳是大家一般的中医，现在整个大陆中医也好，我们不要说大陆，整个中医界最困惑的啊，最困惑的。那我们从表里开始，
什么叫表？你看得到的皮肤啊，表就叫做表。简单讲，理就是在里面。好，这个肌肉啊，啊，你的内脏、你的组织，哎，变成有我们有中医有分成表症，什么表症呢？比如说，哎，我感觉到风吹到很难过，外来的气候的环境对你有影响。正常的人，哦，正常的人如果感觉到很凉、很冷，我就穿件衣服上去，那就比较不冷了。不正常的时候，你感觉到外面的冷以外，你穿的衣服再厚重，棉被包起来，三层棉被包起来，躲到床上还是那冷热暖气开起来，你还是在发恶寒。哦，这个是表症。哦，所以当有表症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对环境有感觉，但是你有表症的人对环境特别敏感，同时呢无法忍受，这个时候就应该找我们了。就是代表说你在正开始的时候，一开始有问题的时候马上找我们，啊，衣服破个小洞我们马上给你补起来。那你说你我感冒，就我就刚刚介绍就是感觉是一般的流感，啊，那我不要，我要吃抗生素。你们大家可以问问全世界的西医，包括你问西药厂的研究人员都可以，感冒呢吃抗生素有没有用？他告诉你没有用啊，哎，你讲没有用啊，哦，那抗生素说不定可以杀死一些的细菌，但是不是全部的细菌。那抗生素是完全无法杀感冒的六个型病毒，好，哦，这种没办法。好，哦，那你去感冒你吃抗生素干嘛？就没有用啊，哦。但是在中医的理论里面来说，这个抗生素就有问题。好，为什么有问题呢？啊，就是因为中医，我们以女人、女孩子来说，中医认为说女孩子呢的月经就是你的奶水，所以每个女孩子从月经开始来的时候，一直到你50岁以后停经，你在月经来之前，乳房会胀满，胸部会胀满。那大概上了5天到7天以后呢，月经开始来了，你的乳房的压力就会减轻，慢慢减轻到正好你的月经停了，奶水就没有了，胸部压力就没有了，这个叫做正常。那你还不懂正常没关系，我月经来没有月经来过哈，没有，我们没有看过猪吃过猪肉，也看过猪走路哈，所以说我们大概知道你是正常的什么状态。那这个系统呢是控制在心脏。西医呢不知道女人的月经是奶水，你不知道这个月经是奶水，问题很大哦。抗生素一吃下去，第一个就伤了心脏，止痛药也会伤心啊。你们看我网页上常常在把一些评论，那人家的 article 拿出来，我们放在那边评论，啊，那个都是可受公平的哈，啊。你看他说抗生素啊、止痛药都伤了心脏，如果你不知道要这个时候有感冒，要开止痛药以后。它伤到心脏的时候，你的月经就不是很规则啊。那有的时候你的月经，比方说打个比方，比如说你是这次的月经是你的奶水是500cc 的量，那你月经要500cc 啊，分5天好排完，哎，结果呢你排了4天或3天就没了，那你还有很多奶水在胸部没有下来啊。好，这个系统因为受了心脏的影响，所以它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100%的好到从胸部到达你的子宫。好，那有部分的奶水停留在你胸部里面啊，那停留在胸部里面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你去 mammogram， 当然你们女的都知道 mammogram 夹很痛，夹很紧的，一夹很多女孩子会扎很多淤血啊，很多乳腺会被压迫，被那个给人家压到，人破裂掉，里面以后检查完很多淤血块在里面啊。那你如果有多余的奶水停留在胸部里面，那已经有问题了，没有办法完全排出来，你再去每一年去挤压一下，再挤压。挤压的时候把乳腺管破掉以后，大家慢慢收口，大家知道伤口一旦产生有伤口的时候，它就有一些结缔组织啊，一些 scar tissue 在里面，这会做制造很多的 pocket 啊。你本来的乳来过多的奶水已经要排很多的 pocket 啊，你本来的乳来过多的奶水已经要排出去，应该要排出去才对，结果你没有排出去，你用 mammogram 再去检查，挤它更破掉，破掉的话它流那个乳腺破掉的话，造这个奶水在里面更不容易排出去啊，所以日积月累就越检查越容易得到乳癌。好，那中医的认为说乳癌的成因呢，就是你的奶水停在乳房里面太久，才会造成乳癌的。好，
所以说，比如说，我常常跟那个老美啊开玩笑，我说我不喝牛奶，我说为什么？喝你美国的牛奶哈不行，那个美国牛奶 FDA 都同意了，那个弱养牛的农夫啊，用女性荷尔蒙去喂母牛，喂了出来的话，结果我看到是我在喝牛奶，所以我喝到女性荷尔蒙。过一段时间我变成那个低卡，哦，结果我是男人，怎么什么那个胸部很大？为什么？就是吃你的那个牛奶造成的？那我怎么敢吃啊？对不对？啊，当然同性恋很高兴，然后是他哈有比较倾向女性化，那很高兴。可是我不喜欢了，对不对？啊，那很多美国男人得到乳癌，你想想看是不是笑话？啊，就是有感染到女性荷尔蒙，所以女性荷尔蒙会产生奶水。那你的调经的药，你就调月经不顺，你吃西药调经的药，还有你50岁以后更年期以后，他开 primary 给你，都是女性荷尔蒙的药，啊，就很非常容易得到乳癌。所以说，如果你要避免得到乳癌，第一个你要正确的认识你的奶水就是你的月经。我们还可以从两个案例来证明。女孩子太太在生完小孩以后，说我要喂母乳，好喂母乳。你在喂母乳可能8个月、10个月，那个喂母乳期间呢，偶尔有例外，有同时有月经，绝大多数是没有月经的。喂母乳期间没有月经，那等到停止，哦，我现在要决定不喂母乳了，好，那你停掉了以后，月经来，月经要2个礼拜后就来了，好。所以说这个是第一个证明，可以月经就是奶水。好，并不是卵没有受精下来哈，因为很多太太们在这个十个月的时候完全没有月经，在喂母乳的时候还是怀孕呢，啊，为什么？因为卵还是在排。好，所以说有那个怀孕期间，对，喂母乳的期间照样是有人怀孕的啊，这是第一个证据。第二个呢，很多人叫他的结扎，太太不想生小孩结扎，结扎以后这个太太没有卵了嘛，对不对？那没有卵的话，西医说卵没有受精，我才变成月经排出来。啊，这个太太结扎以后没有卵排下来，你问他，那你结扎以后月经有没有？那每个月都来啊。那换句话说，不是卵到子宫里面没有受精才能月经了，啊，好，因为是胸部的奶水，好不好？这一点很简单的观念给大家知道。当你有这个认识的时候，你的奶水有没有完全下来？你心里已经有问题了。已经有疑问了，懂不懂我意思？啊，那你不要去动它，通通不要动。我们总要把奶水排下来，又快又准，绝对会把你奶水排下来。你胸部还是很大，不会说排了奶水胸部变小，不可能的啊！你不要担心这一点。我们清除你胸部的预防你乳癌的药，不但可以预防把你硬块清掉，保证你青春。啊，我们如果研发一种药，一吃完就 A， 就原来是 D 变成 A， 你绝对没有生意的嘛，谁要吃你的药啊？对不对？吓死人了哈！所以说，这位小姐放心，绝对没有任何的后遗症，啊，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还有呢，这个当大家认识到奶水是月经，认识到乳癌的来源以后，好，我今天后面会介绍一些案例给大家，就是红斑性狼疮。红斑性狼疮怎么来的？简单讲，就是这个奶水它没有停在胸部，停在胸部太久就是乳癌。如果这个奶水心脏有问题嘛，哈，它逆流到心脏里面去。这个奶水呢不应该进入心脏，结果它跑进去，一跑进去以后呢，这个心脏第五椎就会痛，后面会有压痛。结果心脏，这我们红色的营养哈，中医跟西医不太一样。西医说它你吃了食物下去以后，它把食物的营养分成很多什么维他命 A B C D E 啊，什么分了一大堆营养，什么茄红素啊，什么还有抗氧化剂，随便它才讲了半天。中医说没有，不要那么复杂。我们吃进去的东西，不管你吃的是西餐、中餐，任何的食物都一样，只分五种颜色哈，只分五种颜色。青色的颜色营养呢要入肝脏，红色的要入心脏啊，黄色的要入脾脏，白色的入肺脏。黑色的入肾脏，我们这个营养统筹由脾脏来管，所以我们吃完东西消化以后，脾脏把这个营养抓起来，然后脾脏来区分黑色的，它运送到脾脏啊，所以脾主运化哈，运送的工作都是脾脏在管。那你运送到红色的营养到心脏去的时候，哎，有人在里面了，白色的牛奶在里面了，奶水在里面了，人奶在里面了。好，所以红色的要进去进不去啊，因为被占据了。这红色没有办法跑到脸上来，所以中医的望诊看脸色就可以叫了。怎么脸色红斑那么多啊？张姐看着像狼一样，然后红斑好像成蝴蝶状。好，那这个时候呢，我这次带来案例，我们治疗红斑性狼疮非常成功的哈，可以，大家可以不用死在这个病啊。那我们把，因为我们把心脏功能恢复，当我们认知到这个原因的时候，把心脏功能恢复啊就好了。好，那还我们后面还有
简单的讲了，那奶水进入心脏是这样的，奶水如果不幸跑到督脉里面去，跑到骨髓里面去，我们在第六椎会找到压痛点，好，这个就是女人呢会得到红那个血癌的原因。好，那如果很如那个奶水呢不小心跑到肺脏里面去了啊，那肺女很多女孩子啊，我们最近还有一个病人才来的，得了肺癌啊，现在好像佛罗里达的美国的白人啊得了肺癌都来找我，因为我们很多病人该死都没死掉啊，那他都是同个地方嘛，都是肺癌的专区，有没有？就这个死，这还没死，就每年来体检，他就跟别人讲，我去年就该死了，就没死。就我们很多女的肺癌的来到我那边看病，这些太太呢都一辈子不抽烟的。我不是替香烟厂说话，我们也不抽烟的，对吧？抽烟我无所谓，我不是替他说找理由。抽烟不是得到肺癌的主因，你一定要认识这个。如果你讲错话，那所有的老百姓大家都目光都看到香烟上面，我不要抽烟就不会得肺癌，你错了。好，结果你得到肺癌，你这样了解我意思吧？我们可以说香烟是得到肺癌的原因之一，但是绝对不能全部归罪于香烟，这样才对。好，所以说我们在自证的肺癌，女孩子肺癌很多啊，有女孩子肺癌，那还有这个女孩子的奶水呢跑到脑部去，脑瘤啊跑到淋巴结上去，淋巴癌。好，所以我们有七种的癌症跟我们的奶水有关系，所以千万你如果月经不顺的时候开始找中医调哈，月经不顺的时候你要调，你就不要去碰西药啊，也止痛药都不要碰啊。那你知道了这个月经是奶水是月经，好，那月经来痛经呢，我要痛经都受不了，我要吃止痛药，然后止痛药伤到心脏，止痛药会伤害到心脏，全世界的西医都承认的。我这样讲，如果有西医在现场，绝对不会反对我说的啊。止痛药都在伤心，前几天新闻才出来，哦，那你就更坏。好，所以你每天都是止痛药。我们的一个太太从中美洲礼拜一来的，中南美洲来的，就是她是一个关节痛，她是 rheumatoid arthritis， 就是类风，我们中文翻译叫类风湿性关节，很痛嘛，很痛，她就吃止痛药，吃了以后就不到几个月，脸上出红斑了，就变红斑性狼疮。所以她的红斑性狼疮是因为吃止痛药造成红斑性狼疮，可是西医呢不是，只 rheumatoid arthritis 是 arthritis 啊 ，lupus 是 lupus， 懂不懂？好，那你不知道病因的话，那你怎么治病呢？我们这边就算你可以把红斑性囊肿，可是他的那个风湿关节的痛没有去了，他还在吃骨痛药，是不是同样病症一直在回来？这样子合不合理？你想想看就合理嘛，对不对？那我们中医可以做到这一点，好，做到这一点。那这个看理，好，因为我们认定我们的《黄帝内经》呢，中医的《黄帝内经》这个是经典的一个中医的病理学和生理学。也就是我们从这上面了解到月经是奶水，但我们在临床上自证的时候，就从表看到里面就可以知道里面发生什么事情，很明确啊，很明确。那反过来我们有那个诊断的指标啊，比如说红斑性囊疮的人第五椎痛，好，那我们在治疗他的时候，你在每次每个礼拜来你再压他第五椎，他的如果越治疗他第五椎越压越痛，好，那不是病情恶化，那如果越压越好了呢？好，压到后来痛完全没有了，他的病就好了。好，所以说只要知道病的原因所在，不仅仅是可以帮助我们做诊断做治疗，同时在事后我们可以很明确的知道病人恢复了没有，好，都不需要从头到尾都不需要西医的检验。好，我们再过来大家看这个虚实，好，我们这个表里呢，好，你看看表为阳，好，里为阴，就要知道病人的表好了。那第三个呢，好，我们再介绍一下先治表后治里。那我们有一些治症上有一些基本的原则，好，在我们介绍那个虚实的时候先解释一下。那比如说你今天感冒了啊，我感冒好，那个喉咙痛啊，好，有一点点发烧，肌肉酸痛啊，那我有便秘。那很多太太小姐是这辈子他不喜欢肥水落在外人田，因为他觉得外面公共厕所太脏，所以他憋憋憋几率，他就是要回家才上，就不要到外面上厕所。好，外面公共厕所太脏，所以他憋憋憋几率，他就是要回家才上，就不要到外面上厕所。好，结果哦，我现在感冒了，感冒又有便秘。那这种情形之下，你处理的时候，好，我们中医处理的时候，一定是先解表，再攻下。西医没有这个观念啊，他没有这个观念啊。感冒啊，你感冒没看这个他的 Aleve 给你吃，根本感冒不会好，然后这边吃给你润通便剂好了，结果你表症还在里面，并没有好，就无知的医生给你把它攻打打
便秘大便攻出来，一攻下来之后感冒陷得更深，一陷下去好，你正好女孩子月经来怎么办？一陷就往子宫跑，往身体里面跑，那感冒越跑越深，哪天不小心感冒的病毒跑到肝脏里面，就叫做 C 肝。A 型肝炎和 B 型肝炎是真的是肝癌，好肝炎了好，真的是，但是 C 肝根本就是感冒。那我很清楚，感冒的病毒跑到里面去，我很清楚啊。为什么我们治膝盖的时候，治到后来都变成桂枝汤症、葛根汤症，就是变成表症啊，这个变成感冒。从里症治，哎，这到后来结收尾的时候都是表症，我们就知道是六个性病毒跑进去了，跑到肝脏里面去了。所以西医没有用。你们在感冒的时候，我不是说你们通通来找我，你找不到我的哈。那个我们那个就湾区很多的好的中医哈 ，Michael 啊和廖明华很多这边我们那个中医很厉害哦，他们想尽办法发扬中医哈，这个我们这有他们支持，我们将来中医不得了，那都可以找到感冒的治症哈。如果不懂，看看我们的网页啊，来找我们中医拿药，这样最好啊。痛的话找针灸啊，我们有分很多方法来止痛，不要去吃止痛药。好，所以很多的红斑性狼疮，你是个小朋友家里面得到的话，实际上他原来都是痛经或什么痛，就吃变成红斑性。也遇到很多种情形，那这个，那当病人有表症的时候，我们马上给他取掉。我们中药里面有很多葛根汤、麻黄汤、桂枝汤啊，好大青龙、小青龙这种药，这种的感冒的汤方呢，目的是什么？就是你如果病在伤寒，一得到身体得到病的时候，就代表你的体力不够，抵抗力不够，抵抗力不够的状态之下呢，这个时候。你容易得到感冒，那你得到感冒的话，我们用汗剂，中医叫做发汗的发表的药，汗剂一下去就把你的感冒排出体外。中药里面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中药是针对某种六合性病毒或某种细菌去杀它，没有。但中药都是对症状，你身体反应的症状可以传达讯息给我们，我们你的怕冷啊、怕热啊、肌肉酸痛。有汗没有汗等等，都可以告诉我们的讯息说，如果你咳嗽是黄色的痰还是白色的痰，都可以告诉我们病毒在哪个位置上。当我们知道病毒在哪个位置上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很准确的开处方出来一剂。所以我们有个外号，我有个外号叫泥一铁。西医叫什么杨一刀啊什么，这张一刀，我不是，我叫泥一铁，一剂就好了哈。因为我大概知道它在病在哪个位置上，一下就把它发表。那我们这个药本身只是把它赶出去，这就好像一个人到我家院子里来，他走进来了，走到院子里来，但是他没有侵犯我啊，人家说请你走就好了，把他请走就好了。西医不是啊，看到黑影就开枪，一进来砰就把你盖掉，那个人还搞不清楚是敌是友就被你杀掉了，对不对？你怎么知道他会致命啊？你怎么知道他害你啊？他可能是上帝派来是警告你说，你身体抵抗力太差了，你赶快调理一下，对不对？赶快去找念一下调理一下的，结果你把他干掉了。这个就不好。那干了他会报仇啊，所以下一代来的时候准备好了，我们只要一露脸他就干掉。我们想现在要准备盔甲怎么样？一代一代病毒越来越强，超级病毒是你制造出来的，懂不懂？那你看我今年57岁了，我们从小到大，小的时候有感冒，偶尔感冒，到现在从来，喷嚏都不打一个，感冒都不打，为什么？从来不吃西药所以身体很好，也不喝牛奶，所以胸部很正常，这是很可怕，所以这位真的千万不要乱喝，现在很可怕到什么程度？比如说你们那个塑胶盒或者那个保鲜膜，你那个因为它原来是塑胶嘛，你要塑化剂加进去后就会软化成型，你一加热麦克风一加热，塑化剂就出来跑到食物里面去，这个环境荷尔蒙。男人吃的时候，比如你常常拿那个中外卖中餐的外卖，然后在家里面热的时候，把那保鲜膜放下去热，或者放到塑料盒里面热，他说可以 microwave 是 OK 没问题，你去热，安全就不会爆炸没问题。可是呢，塑化剂还会出来，超过25度摄氏，塑化剂就出来了。出来的话，吃了你男人吃一段时间的话，性无能。所以美国人很疯狂，做白外挂很疯狂。这个都越搞越坏，越搞越坏。所以说，我们如果说走中医的方式，我们了解到。它是这个问题，同时每天大家多阅读，多阅读。当你阅读越多的西洋的东西我们无所谓，真的好的优秀的人才是对我们有利的，好的我们都接受我们要，所以我们要研究一个学问做什么，或者都要去腐存清嘛把不对的给它删掉好的东西留下来那我一直在做这个工作
那病人呢，他跑病症如果跑到有表症跑到里面，跑到里症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啊，比如说这个人原来是大便很好，哎，身上变成下痢了啊，或者便秘了啊，或者小便黄，这些都是里症。像我们比如说有个看肝癌的，然后待会儿会介绍肝癌的案例给大家听。那我们会问他，你胃口好不好？嗯，没有胃口。大便好不好？便秘。小便什么颜色？可乐颜色。好，你就知道这是病在里嘛。好，你神经病，你随便小便都是可乐色。好，大便是可乐色也就罢了，小便是可乐色。好，这都是里症嘛。好，所以我们中医可以从很多方法达到查诊查到身体里面的一些讯息，哈，非常的精确。所以大家不要担心说中医没有什么仪器，哈，这个怎么可以知道那癌症在哪里？好，我们讲到阴阳的时候，我就教诸位啊，就希望诸位今天带回去的讯息呢对你有利，因为你自己可以做自我判断，你有没有癌症，哈。好，等下你坐那边，我越讲你越跳起来，脚越发麻，哈，你就先跟旁边人报备一下，我们不看病，哈，啊，你有一个啊，老师，你讲的我都有。好，没关系啊，不要怕。好，讲的每一个我都有哈，不要紧张哈，我们有很好的给你服务，寒搞服务哈。再来寒热呢，寒热，我们所有的好前面有表里嘛哈，所以我们寒呢有分有表里，有表面是寒的，里面也是寒的哈。那有的时候热呢，有表面是热的，里面是热的。那你想一下，你讲这什么东西？我听不懂啊，那个什么寒啊，表寒里寒，我们这样讲。先生啊，小姐，您我常常看病，你会不会出汗？不出汗，别人出汗的时候我都没有汗，那是表寒。表面是寒到的时候，毛孔很细小，绷得很紧啊。那绷得很紧的话，那你别人出汗你没出汗，你汗腺不发达，我们一定要让你发达，因为里汗外要沟通的啊。那你不能说这个表皮那皮表一直不出汗，好，到头来你会得到一种病，我现在在处理的硬皮症，那皮非常的硬，像牛皮一样，非常好，汗都不出来了，哦，那趁你还一点不出汗的，还稍微不出汗的时候，我刚刚把你排掉，哦，那还有一种呢，里寒，什么叫里寒呢？我现在讲给大家听哈，这个你说医生啊，那我会病人，啊，你这个脚是热的冷的，比如说人呢，啊，你医生你问我脚冷干嘛？我是在看病的，你问我脚冷不冷，是不是你有毛病啊？哦，那你这是一个。那还有一个，你如果跟西医说，医生呢，我脚冷的，你说 ，so what？ 我太太脚臂还冷，啊，他这个他不 care， 好，那为什么我们那么 care 脚冷呢？很简单，讲个简单的道理，你听听看。这个冬天的时候，我们如果我们全部人开车到北美去，好，到奥勒冈州啊，到加拿大或者是好冷的地方去。我说：“哎，口渴了，下车倒杯水给老师。老师，你有神经病啊？外面的河都是冰块啊，怎么会有水呢？”这个一句话就告诉你们：你们大家都知道，河水会结成冰，是因为寒冷，寒吗？是不是？好，那你心脏离心脏最远的地方是什么地方？脚。脚里面的血管，就像地球上面的河流。冬天的时候它是结冰的，所以你如果脚是冰的，就代表脚上的血管里面的血是呈块状的，这就是血块的来源。你不知道血块如何造成，吃 aspirin 是酸性的东西，它可以让血变得稍微稀一点，但是它是酸性的，它会把血管破坏掉。所以你如果每天听西医说，西医说我说吃一个 low dosage 的 aspirin 81毫克就吃了，这样可以保证你心脏病不发。对啊，你心脏病不发是心脏发两种，我们中风和心脏病有两种，一种是血管里面的淤血块堵到，好，那你吃 aspirin 的话是血管不会堵到，但是有一种病更严重，就是血管会破裂掉，这个叫做 aneurysm。 吃 aspirin 的话，你这样一碰出血，好，皮肤那么容易出血，这边容易吃 aspirin 的话，你这样一碰出血，好，皮肤那么容易出血，这边容易出血，你心脏动脉血管也是容易出血，脑部的血管也是容易出血，因为血管管壁会被 aspirin 破坏掉，所以你得到脑溢血跟 aneurysm 这会致命的，你血管堵塞还不见得致命，脑栓塞还不见得致命呢，还救回来了，所以你脑溢血一下子就走掉了，那这个是 aspirin。它更厉害的还有 Coumadin，Coumadin 是什么？老鼠药，
你就库本的是西药厂很坏啊，他的化学名称是 warfarin。你如果是他把 warfarin 用他的药名的话，大家都知道，等到那个杀虫公司和除老鼠的公司，他们就是用 warfarin 在杀老鼠的。可是他不敢写啊，大写 warfarin 大家都知道啊，他就重新写一个库本的，啊，那你就骗你啊，你就以为是库本的，其实你吃的是老鼠药，啊，那这种药下去吃到后来呢，血管会烂掉。坏掉，然后呢 ？Aspirin 跟库姆等越吃脚越冷。今天你是一个消费者，我花钱去买药，我怎么知道这个药对我有没有用呢？我念一下告诉你，你吃这个药，保证你不发心脏病、不中风，如何证明我的话是对的呢？哎，你吃我的药以后，脚开始热，离心脏最远的血管都开始热。这个血管就好像在佛罗里达的血管，那个河流，在佛罗里达是亚热带地区，从来没有河里面会有结冰的，所以脚热的人是没有淤血块在血里面的。好，我们从远方就知道心脏的问题，你想想看有没有道理？那你如果吃我念下的药，吃我们中药，越吃脚越冷，你找错医生了，刚刚换一个，懂不懂？好，还有第二个。你们想想看，你听过人死在肺癌、脑瘤、胰脏癌，对不对？肝癌、肾脏癌，你有没有听过一个人死在心脏癌？没有，都是听到死在心脏病，对不对？好，心脏病的突发，为什么？因为心脏不受病，这个心脏，我们人心脏一旦不断的跳，癌细胞顺着血经过心脏，它一定要经过心脏，当它穿过心脏那个时候，等于是飞蚊扑火一样，啪，没了。他没办法生存，所以心脏本身没有癌症。好，那你如果心脏的热一直到脚趾头都是热的，睡觉每天晚上睡觉两个脚的肉在外面都是热的，你不用找我看，你根本就没有癌症。你如果脚是冰的，晚上睡觉要盖被子，不但盖着被子还穿三双袜子，你赶快找我。好，你一定要等到人家查到你癌症再来找我，好，我就把你赶到门外。脚冰的时候不来找我，脚冰的话你可能花了一点点小钱，100块200块就好了，可是以癌症出来的话不一两万块都不见得解决。好，所以说身体一出现问题的时候，最知道第一个知道你身体出问题的绝对不是仪器，而是你自己。好，这就是我今天来我要跟大家讲的。好，绝对不可以不相信自己。我很多的病人到我面前来，好说啊，买 data 谁我怎么样，好，老外啊，我就跟他说，你刚开始很客气啊，我说你不要讲老外，说我你来这边的，我你不要冬天我们有 data 谁了，告诉你怎么样感觉，然后讲了一半又忘了，又说买 data 谁的开始了，然后我听，我说再讲第二次，我说你不要讲你 data 谁，告诉我你的身体感觉，你就便秘啊，脚冷啊，冷不冷啊，他就看看我，问我脚冷啊，啊，然后讲又要讲买 data 谁，又火大了。啊，气了，好，就一肚子火，我就用英文讲骂他，就是老外嘛，因为他那是 bullshit， 我就这样骂哦，告诉我你怎么样感觉吧，他傻住了，真的傻住了。我说很简单，今天如果你这个病西医帮你解，你的医师把你的 doctor 我 right 都对的话，你已经解决了，你不会到我面前了。今天到我面前，你还要把你的 doctor 说的话重说一遍，都是把错误的讯息给我。我今天要给你另外一个正确的路，你不给我，你还要把我直接 confuse， 这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啊。对啊。那个来太太来乳癌啊，大陆来了乳癌很紧张啊，做了啊，你拿了很厚的检验报告，他说你看我什么都按照医院的方法做的怎么样，就现在乳癌在扩散，然后医生拿着他的医生你看看这个越南看看，我说你不要拿回去，他还在医药给我就拿回去，啊，我说你那个乳癌的是你这那么一年多来你是不是很好，没有啊，我乳癌恶化了你还拿错误的讯息给我干嘛，他错了嘛你才会恶化，这有没有道理，我不用看错了，我为什么要看错了。如果他这个资料是把你治好了，我要看，我保证我不但看要看好，我还要学嘞，哦，这样了解吧？那 common sense， 哦，所以大家聪明一点，不要给，一定要相信，绝对要相信你自己的感觉，哦，不要被那个医学影响，哦，一个医学呢，从来不看你，啊，哦，就是看那个检验报告，一定错的嘛，啊，哦。那我们看一些像我们知道寒热的情形，除了脚热、脚冷以外，寒热，看脸色比较苍白的，都是寒。好，脸色比较刺的，红色的，好热都是好这个热症，好，所以这个我讲这些东西就是跟大家讲，中医呢就是需要这些症状，
中医就是依赖这些症状来做主观上的判定啊。那当然这是其中一种，我们有很多的资料凑在一起，然后我们再判定下来。好的中医师呢，可以判定好任何的疾病，绝对不会遗漏一点啊。但是我们不用西医的名词，我们绝对可以知道它是癌症的恶化，或者是不是癌症。就好像女孩子的乳癌哈，有1/3硬块是无害的。乳癌查出来是乳癌，但是有1/3的乳癌是无害的，好，真的有害的是1/3。可是那1/3的时候，西医往往不告诉你，乳癌就把你乳房切掉，好，诸位不要紧张，我会慢慢教大家哈。你怎么知道是好的哈？这有的乳癌在身体100年都不会作怪哈。那现在有的西医就因为西医治不好，也不知道乳癌怎么来的，也治不好乳癌，所以他建议你太太们哈，先把乳房切掉，啊，你就没有乳房了嘛，你就不会得乳癌。那不是叫男人把睾丸切掉一样，那天下都是就是有那啊太监一大堆，那真是的，然后就想到好笑，因为你治不好病，不要讲话嘛，你就承认说我治不好，我会很尊重你，还想出来，还把乳房切掉，你乳房，我刚刚讲过，乳癌跟7种癌症有关系，你乳房拿掉，不见得切得干净，组织不见得切得干净。第二个，跟红斑性狼疮也是一样的，来源都一样，都是奶水逆流啊，你不懂那边查。好，真的是很讨厌，啊，那这样，我们中医问寒热，我常常会问他，哎，你口渴不渴啊？不渴，常常忘了喝水，里寒，寒在里面嘛，所以里面是冷，所以不想喝水。哎，我口很渴啊，我想喝冰的，就是里面热。那我们当我们知道他是里寒和里热的时候，我们的处方的方向就有了。好，就好像那个病人来，他跑进来啊，我口渴，小便又多，你们大家想，哎，就是消渴，糖尿病。那么口渴，你想喝什么温度的水？我想喝越冰，冰块越多越好。看，只想喝一般的温水。药治疗糖尿病的药不一样啊，有一点差异的啊。那我们在一开始糖尿消渴病，如果是由我们动手，它不会一点问题都没有。那你给西医动手，西医药你们大家很清楚了嘛？你不管是 oral pill 或者是吃那个胰岛素，它都是终身的啊。那终身的，那你这个吃下去，后遗症会很大很大，好。比如说，我现在拿两个杯子给你看，这两个杯子一样大，大小是一样的。一个杯子水是装满的，那一个杯子只有一半水。现在呢，我拿一个方糖，好，一个丢在这里面，另外一个同样的方糖丢在这里面，所以两个杯子水不一样，但是糖是一样的。你们说哪个杯子会比较甜呢？是不是少水的比较甜，对不对？中医呢是看整体，就是说水太少。所以我们把水补回去，就是因为水太少，所以这个病人呢就很想去喝水，喝了水半天补不进去，又小便小出来，喝一杯水小一杯水，因为他的水缺少的水呢是在血液循环系统里面的缺水啊，那你喝了水进不了那个水啊，我们食物吃的食物里面蔬菜啊米面里面的水分，它才会跑到我们人那个血管血液循环系统里面去，好，所以说这个吃了饭后血糖跟饭前就不一样。那西医呢？不是，西医是看不到血里面的水不够了，他一看，哎呦，这个是这一杯太甜了，他就会发明一种 enzyme， 细菌把那个糖燃烧掉、消化掉。那这个糖燃烧物质是不灭的，哦，你一棵树烧掉了不见得，物质还在里面，还在地上，都成灰在那边，所以它会烧掉以后，它会累积在下面，就是杯子的底部，人体的底部就是你的脚。所以你每天在吃降血糖的药，燃烧掉血糖，血糖通通累积在你的脚上面，10年、15年、20年后，脚就是整个麻的麻木痛，这就是 neuropathy， 蒋经国就死在这个病上面。那我们出手的话，哎，脚是痛还冷嘛，很简单，放点热药下去，然后加点活血化瘀的药，一下去就回来了。治疗脚麻到现在，我们治疗没有一个没好，没好了就是都是不来吃中药了，好。来吃中药，每个都好了。好，这个我们这个严重到病人那个脚这个 neuropathy 啊，麻到什么程度？病人告诉我，他买的新鞋子哈，穿上去他不知道鞋子比那个 size 不对，太小了。他走了一个礼，穿上去他不知道鞋子比那个 size 不对，太小了。他走了一个礼，走了一个一整天的在梦里面，回到家里面以后，鞋子脱下来，哇，里面全部是血，他不知道痛。如果想想看，你的脚到这种程度怎么办？对不对？所以说，你赶快治好，
然后找只有找中医啊。你过去十几二十年吃降血糖了，要吃了脚都麻的，那你还在继续吃脚还是照麻吗？哦，今天以前的习惯就要改掉。哦，这种都是在病在之前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动手。好，这种都是寒症，我们知道里寒，好里寒。那好，这个呢，好，中医呢还有分阴阳，我们的阴阳的辩证，好，过去的一般的中医的了解都是，好脏，我们有肝心脾肺肾内脏。腑呢，消化系统有胆、小肠、胃、大肠、膀胱，那所有的腑的系统称为阳，脏的系统称为阴。好，那这个太狭义了哈，我们把它放大，放大起来怎么样？你看得到我的手，看到的东西都是阴，阴就是有形体的东西，好，有形体的。你不知道里面的，但是里面有力量，但是你不知道力量是多大，你需要去测量。这个力量呢，存在阴里面的力量就叫做阳，定义是这样。阴和阳协调的时候，你可以握紧，可以放松。握紧的时候，中医称之为实；放松的时候，称之为虚。正常人呢，可以握紧放松，虚虚实实，实实虚虚，可以自由掌控。病态的时候，全部是实症，像中风的手将弯起来，或全部是虚症，瘫当在那边都不能动，这都是病态。这是我们看阴阳就知道，那这是一个概念。那要知道癌症在哪里，就要靠我们的阴阳诊断方式。好，那如果你不知道阴阳诊断的方式，你是没有办法好确诊癌症的哪个部位。好，这个好，我们待会还会再复再讲，还好再重复的再更加强的来讲。好，那这个中医呢，还有需要这个时间。好，我常常跟我们的学生讨论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中医是物理医学，西医是化学医学。这个化学呢，就是很多的 enzyme change 改变，好，这个比较没有生命。中医是物理医学，我们比较注重时间、好温度、速度、空间。就好像爱因斯坦坐在办公室里面，他那个办公室他黑板，他可以算到宇宙黑洞怎么回事，因为他物理，因为他重视时间，好，还有速度、压力。那中医也有具有时间的观念，西医没有，好，西医没有。那这个时间呢，诸位可以看这个表，可以做参考，好，我们叫有一个歌诀，啊，这个现在记忆不好，这都是小的时候背的，好背的，好，肺饮大某未成功，好，就是肺开饮食，大开某食，好，胃开成食。脾四心五小胃中，就脾脏开四十，心脏开五十，小肠开胃十啊。升光由肾心包去，肾是开膀胱啊，有时开肾，然后心包经开巨石。好，亥交子胆丑肝通，亥时开三焦，丑时开胆，好，子时开肝。每两个小时一个时辰，所以人身上24个小时，把它切割成12个留住的时间，每一个留住是2个小时，有一个内脏在管理。好，现在就回到主题了。那这个知道这个干什么？当然你知道这个胃病之初啊，当你肝脏里面有一点长东西，或者有一点累积，有一点病态的时候，你每天晚上1点钟一定醒来，到3点钟以后才能睡。好，而且每天发生。好，那中医认为说怒能伤肝，生气脾气很不好，那发脾气跟老婆大吵一架，晚上1点到3点就醒过来，那只是今天而已，明天就可以睡了。这个我讲的是每天发生，好，持续性的，啊，那你要注意了，那这个时候就要找我了。好，我们迈阿密的，哦，那个台北经济化办事处的处长叫陈明德，多年前来看我，我在那里小有名气了哈，肝癌，啊，哦，所有华商跟他说你要找林海夏，你知道来啦，我一看他脸，肝癌那个青色的。青色的脸，夏天是青色的脸。我刚刚不是讲，青色的营养要运到由脾脏运送到肝脏里面。那你肝脏里面长东西了，有人占据了你的肝脏，就青色的营养要进去没有办法进去，就回你跑到脸上来。所以中医的望一看脸上青色，望就知道它是肝癌。哦，那我就问他，你这个这一年来是不是晚上1点到3点都每天晚醒过来？
哎，你怎么知道？我就在屋顶上看你啊。你知道，一样屋顶上小提醒，我每天看你在睡觉，看你什么时候来找我啊。你一年前来的话，大概两个礼拜就好了，因为是病之初，西医不知道，西医一定要倒到一定到一个程度是查到你是肝癌，肝癌的时候太慢了，啊，一年前你就有症状，啊，那你说啊，为什么我每天下午回家以后啊，好累哦，都是五点到七点就开始很累，啊，五点每天下午那时候累，那我们很熟，那背得很熟嘛，一听到啊，你肾脏功能不好了，啊，比较差了，这样就会有一点到五点比较累，好，啊，这个马上就可以得出来。那怎么那个你知道为什么我每天晚上十二点钟准时醒来？那个 grandpa 上敲的时候，我以为我是 vampire， 老是十二点钟起来，你胆里面有结石了。所以我们中医去处理 vampire 的话，哈，绝对不是拿大蒜跟十字架，我们把他胆结石挖掉，他就醒不过来了。哪那么准时每天十二点钟醒来？肯定胆有大结石。这样了解我意思吧？哈，好。所以说，当你有肺有问题的时候，你说我这辈子不抽烟，我才不担心肺癌。你错了，千万不能，这是错误的宣导。抽烟会得肺癌，这句话没有讲完。抽烟是得肺癌的原因之一，但是不是主要原因，大家不要轻忽它，懂不懂？了解我意思吧？你千万不可以认为说我不抽烟就不会得肺癌。我一再强调，我看过很多太太们得肺癌。当然你现在有我们这批人，你死不掉，真的死不掉啊。这个我们已经知道肺癌的原因哈，我们有治疗方法，就是真的，我们同学都会，这个不是很难啊。真正知道病因的时候，我们出手治疗的时候很简单的哈。啊，因为就是因为不懂，西医不懂嘛，所以才会很多治疗的方式。今天用这个化学治疗，然后明天有新药出来，有标靶药物的时候，他就说这个化学治疗不好，你看这个副作用很多，还是改用标靶药物。然后呢，标靶药物用一段时间以后，这个标靶药物不好，我们现在双重标靶药物比这个效果还更好。啊，你就是每天听他昨天讲大今天的药不好，都是他骂自己。啊，可是在宣扬新药的时候都是很好，我们终于不用。千年以来，我所使用的处方，我跟诸位报告，都不是我研发的，中国用了2000年。啊，待会儿跟大家介绍瘟疫的处方，从此你就不怕什么 SARS 了 H1N1。啊，这个什么这个是跳梁小丑。啊，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啊，这个举手之劳，没有什么困难的。啊，这一点就是现在在上面的图表了，就是跟大家介绍时间对中医来说是很重要。我们常常用时间来判断，好，来判断说这个病情在哪个位置上，好，病在哪个位置上，同时多久，一般来说都是一年，好，也就是说，你今天每天晚上一点到三点钟醒过来，一年以后你发肝癌，这一年，所以一年以前就知道，西医不知道。但是一定要记得我讲的是每天哦，啊，不要今天回家跟你太太吵个架，晚上不能睡觉。你说老师，我吓死了，我现在晚上一点钟到三点钟不能睡觉，我就把电话挂了，啊，小题大做。好，我明天又可以睡了。好，就，啊，实证，所谓实证就是持续的发生，它就是长东西嘛，持续。你虚症，你气的，对不对？好，那很正常。好，吃的晚上不能睡觉，啊，那很正常。那我们提到肝癌的话，我不得不讲一下哈。当然，我们今天会有一个很好的肝癌的例子给大家看。我一再讲那个例子，就是证明我讲的对的。我一直讲多少年来，肝癌哈，得到以后什么台湾的西医啊，外面西医最喜欢讲肝癌三部曲啊，肝炎然后变肝硬化，这个肝癌，我这个叫做胡说八道。中，我不要说中医，我们美国现在最第一线的西医在研究鼻肝、肝癌，他们都判定认定，所有的西医都同意的。B 肝会转成肝癌只有2%的几率，真正得到肝癌的人呢是太累了，像平伯的像贾博士，他很厉害啊，这个人工作起来通宵达旦不睡觉了，几天几夜不睡觉，他工作狂，他不工作受不了肝癌，哦，不一定要是 B 肝啊，非常多的人，你们周围亲人想想看，我讲的你们的亲人或者有爸爸或过世肝癌过世的，那都是太累啊，哦，有打麻将打通宵麻将，好，哦，知不知道打，然后那个喝酒，喝酗酒，好，哦，还有这个喝一行嘛，对不对？这样子，你了解的，吸毒啊，又是这样，好，什么三 P 啊，这种身体都搞坏掉，这种人才会得到肝癌。你生活正常，你每天正常，这种人才会得到肝癌。你生活正常，你每天正常下班回家，好，再做次运动啊，正常吃东西。你就算你有 A 肝、B 肝加 C 肝，通通都有没关系，你绝对不会发肝癌，因为那不是肝癌的主因啊。主因是你虐待你自己身体，
哦，所以你得到肝癌是活该，真的是活该。我讲他们真的活该。好，我每次一看人是活该。好，就这个西医很坏，2%的几率他不讲，他每天在宣导说 B 肝会得到肝癌 ，B 肝会得到，你们要按时检查好，然后从检查目的就是要去吃抗 B 肝的药。结果抗 B 肝的药本身会治肝癌，这个药本身会产生肝癌哦。最大的副作用，它 the most the side effect is death， 就是吃了会死掉。那你没有吃还没有死啊？就吃了还会死，你怎么会去吃这个药呢？好，现在很多的现在在 FDA， 在美国 FDA 呢，大概30%哈，就有这个可以抗 B 肝的病，哪里给你通过了？好，哎，总是他政客嘛啊，做或者是啊那个他那个政客希望报效回效一点的回报一点给那个西药厂，因为你当初我出来竞选，你支持我经费嘛，我就给你好好来过。那这种形象，这种情形之下呢，我们也有肝癌产生的案例哈。那完全治好哈，就可以治得非常好哈。现在病人上来非常的状况非常的正常。那这一种得到肝癌的呢，就是被你吓出，被西医先吓到以后去吃药以后产生肝癌。这种是比较好治好。那这个真正的肝癌的原因，我刚刚讲过，太累了好，工作狂好，这个同时有的人的工作那个责任感很重好，一直在想我一定要把它做好，还有完美主义的都容易得到肝癌好，好，这种很可惜好，都会有这种问题，没办法。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无论你怎么样，一定要参照生活饮食起居正常好，不要把自己弄得太累好，这样就好了。大家看，好，我们现在看我们的阴阳辩证法，好，如怎么样精准的来测量？这个我们在我离开的时候，前一个礼拜我不是讲过，有个人叫做 adeno， 啊 ，carcinoma 这种癌症，我们那边医生一看到就是 stage four 了，已经末期了，查到就末期了，说你准备死了。好，他的痛呢，痛到后面这边，整个痛的啊，没有办法躺，没办法坐。然后上半身，病人好，我就一进来，我说你会不会盗汗？他说我一个晚上换3件衣服，就湿淋淋的，全部都是汗，那个棉被、枕头上啊，哦，这些好，这个衬那个睡衣全部湿的都要换掉，要是我一个晚上换3趟，你说他汗多少？现在我们在中医的，现在大家看到这个部分呢，就是。世界上的中医最缺少的部分，好，最缺乏的部分就是这个因时的诊断方式。所以一般你们如果到外面的中医诊所去看的时候呢，都是阴虚，什么都是阴虚，好，那就看不到因时，好，肿瘤实际上就是实症，明明长在那个地方啊，好，就是实症。那我刚刚跟大家报告过，你的手看得到的手形都是形，你看得到的都是属于阴，里面的戾气是阳。你的乳房如果长了个硬块，我怎么知道没有去做切片做面膜，我怎么知道它是不是癌症？很简单，如果你感觉到硬块热，什么意思？热，因为阳力量啊在胸部来运行的时候，一遇到实症长在那个地方，阳进不去了，阳力量过不去就会回你，所以硬块那个局部是热的。所以太太小姐，只要你发觉，不要讲多少，你发觉了你的乳房一个热一个冷，你就是乳癌了，哦，不用怀疑。那两个乳房温度一样，但是我有很多硬块在里面，对不起，那是 fiber， 是一些纤维瘤，啊，也不用大惊小怪，好，大惊小怪干嘛？好，你不要怕，啊，为你如果给西医看，出去都吓死，好，从诊所出来都吓到腿软掉。给中医看，我们诊所每次病人都在笑，开开心心的笑，离开的时候都在笑，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想尽办法告诉病人你不会有问题啊，好，不是说安慰他，我们治症治给他看，让他变得很好。同时你不要再去回去看了，你看到回来哦，每天人生很多很愉快的事嘛，哈，你这个可以做哈，就算你打牌都很愉快，你被每天看的那个啊验血，我的血糖又很高了，胆固醇又很高了，那个血脂又很高了，每天为这些数字在烦恼，人生都乏味，不需要，只要你脚是热的就好了。你说我脚是冰的，乳房是热的就不好，好不好？所以说这要这个饮食要区分开来，不能随便去热啊。
那像我们这个病人呢，我跟那个这老自称老美啊，他这个 adenoma 这个病人，这我说你这，我就解释给他听怎么叫做，他说我告诉你这种感觉，他真是有一个人插个电管插进去，然后通电上去把那个电管加热，又热又烫，然后你讲是对的，我说既然我告诉你是对的，你也感受到这个热，现在就教你，我看病人都这样子哦，我现在就教你，你吃了我的药，如果热更热，不要吃了，这个药没效，癌症继续在扩散，继续在成长。如果热变温了，变冷了，代表有效，懂不懂我意思？中医就是这样子哦。既然有那么简单的方法，大家为什么不做呢？现在听完你也不要花一毛钱，因为自己知道有没有乳癌了，你还神经病去门诊，每年去门诊，然后制造一个乳癌出来干嘛？你门诊做的越多，你的乳房就越热。你不相信？下次啊，你跟那个做面膜的小姐，那个 annual check， 我在做保险公司有 annual check， 你给他做一个，不要给他做两个，啊，你会发现啊，以后就这个做的那个是，你就证明我是不是对的，好，不要去做嘛，跟你说不要去做，神经病，好。因为当然有时候先生不对了哈，我有个癌症病人来了，我们学生在看到太太这个乳房硬，那个长一个长个肿瘤在里面，已经长半年多了，他先生居然不知道他的乳癌。混蛋了哈、哦！那混蛋看到我没有碰到我，碰到我给他下点大黄桥，给他攻下哈、哦。不会死啊，就是会坐在厕所下不来，再来是要脱肛啊、哦。对啊，我们不会杀人嘛，怎么杀得了手，对不对？我们是当医生的，救人还来不及杀，那个很坏啊，自己老婆乳癌都不知道。啊、哦，所以你不知道你乳癌老公占一半，太太会得乳癌，先生占一半原因，啊、哦、不好。好、哦，那你先生如果在夫妻之间在安抚的时候，哎，你怎么这个乳房那么热？你都知道啊，所以今天如果没有太太没有来的先生，赶快来检查，啊，那下午给我逮到你这个太太乳癌，你居然不说，啊，你这有目的的嘛，哈，啊，那比如说病人，我们病人很多哈，胰脏对胰脏痛，那你看一下，这个人胰脏到了这个位置，啊，那你知道他是胰脏炎还是胰脏癌哈？我们把炎提开，好，破音知道吧？胰脏发炎还是胰脏癌？啊，怎么知道？很简单啊，痛。那你会不会热？不会，胰脏炎。讲完了，那你热不但热，而且会上半身都盗汗。盗汗呢，就是我们的阳哈进不去，进不去的话阳反逆嘛，上半身会变得很热啊，然后身上盗汗出来，所以。盗汗的，我们常常问病人问汗哈，盗汗很严重的人，每天都有盗汗，根本就是癌症。好，那还有睡眠睡不好，心脏呢在管睡眠，心藏神啊管睡眠，心主喜喜悦的喜啊。你如果看到这个每天很开心在那边笑啊这样，哦就小孩子，你看小孩子是天真无没有烦恼，就在那边跑啊笑啊这样，这种小孩子都心脏都很好。好，都是为什么？哎，心脏他小啊，他从来没有受过污染，心脏还很好，所以他很开心呢、啊。你看到心情不好，每天很无助，那心脏都有问题。好，那你说吃的中药，然后那吃了你的中药，我怎么知道我心脏有没有好？很简单，吃完以后每天很开心的笑，心情都变好了。啊，我们那个 lupus 红斑性狼疮的病人从中南美洲进来，是香港的华侨，礼拜一来看病的时候，当着全体学生面在哭。就一直在哭，因为他有三个小孩还小啊，得到这个绝症。我说你哭什么？他就讲这个病啊。我说那你这个你怎么知道我、啊？他说我在网我们那个朋友告诉我帮介绍，他说看到网络上介绍你很厉害，说可以治这个病来的。我说那你不会给骗人？网络骗子很多啊。好，他不会啦，不会啦。好，他开始动手，到礼拜四他就开始进来都会笑的，他无法控制，哎、笑好开心。我说你笑什么？他说我来你这就很开心啊。好，那关节都不痛了，你看现在很好了哦。因为我知道他，我说等到你月经来正常就好了，不用怕，等到月经了正常，对不对？现在你们懂了，好，所以女孩子月经很重要，很重要。你们千万不要让西医的去调月经，黄体素去调月经，因为它是一种荷尔蒙啊、哦，一种女性荷尔蒙，所以不吃还好，吃了还更多问题，好不好？那找中医来调最好啊、哦。像我虽然月经还没有来，但是我很了解，你放心好了，我会把你调得很好，好。但是我很了解，你放心好了，我会把你调得很好，好，不然怎么当医生啊？所以诸位可以看，
可以因时的诊断，第一个从寒热疼痛的现象，而且有实症产生的时候，它的痛是持续的痛，因为你长了个东西在那里了，它的痛是二十四小时的痛。好，那虚症的痛里面没有长东西，就是时好时坏。所以我们常常会问他，你这个痛怎么样？然后晚上就很好，白天就不好，或者是白天很好，晚上开始痛。好，那这里要提到一个重点，我一再好呼吁大家一定要千万记得我的话，否则你一条命就没了。内脏的痛是非常的痛。当你西医的怀疑你有胰脏癌的时候，希望你们哈不用找我没关系，我们的学生好，其他的外面的中医诊所不敢讲，我们的学生中医诊所都知道，或者你到南家或北家都有。好，找我不可靠，我说考不好我在西藏或者哪里，你也看不到我。你看到这种痛的时候，持续的痛开始发热的时候，你心里知道是胰脏癌，不要去做切片。西医这胰脏切片啊，是从胃镜从到食道里面到了胃壁，打个洞从胃穿过去到胰脏头，才能找到胰脏头，拔一个下来，切一片下来。这个动作做完以后，不管你是不是胰脏癌，那个痛啊，马上瞬间加了数十倍，那种痛是你无法忍受的痛。当你躺在病床上的时候，那个西医呢，看你很痛啊，然后给你吗啡止痛，啊，或者你试一下，麻醉性的，已经那个止痛药用到麻醉剂的剂量那种止痛药。打下去以后，医生从你的病床旁边走到门口，还没出来，你的痛又回来了。内脏痛就是那么痛，痛到打滚，一直到死掉都打滚。你切完片没有救了。好，那西医说你不给我切片，你出院，因为你不接受治疗嘛。我一定要切完片，我才知道你是什么病，我才能对症下药。这句话是错误的话。他切完片确定你是胰脏癌的时候，他就会告诉你，对不起，你是胰脏癌，无药可治。他会跟你这样讲，那你要自己知道里面是热的，懂不懂我意思？持续的痛同时是热的，如果只是痛它不热，那胰脏炎那速度很快。胰脏癌跟胰脏炎，你只要没有做过切片，都有办法让你救回来，把你救回来，好，绝对救得回来，诊断也绝对不会错。好，哎，处方呢就很简单啦，你说那药我怎么知道你的药有没有效？不相信我都没有关系，你吃我的药，热如果越来越热，痛越来越痛就没有效，脚越来越冷就没效，对吧？哎，吃完我的药，脚越来越热，痛越来越少，热越来越轻，就是好了，就是好转。所以诸位一定要记得，我不在乎你相信中医相信西医都没有关系，你总要相信你自己嘛，你自己要判断这个药这个治疗这个药对你有没有效。如果你女孩子做了乳房切完切除以后做化疗，如果这个化疗有效，越做脚越热，越做痛越少，乳房越来越不热，睡觉越来越好。好，因为女孩子的那个月经的奶水是心脏在管的，心脏管睡眠，所以乳癌当你在睡眠癌症持续控制的时候，一定是失眠的哈，因为心脏已经受损了。那你要知道我们的药有没有效，就看你睡觉好不好睡。好，就很多地方可以判断出来。所以我常常跟病人说，这个你脚还越吃越热哈，这个就继续吃，吃到什么时候？吃到你觉得身体头面都是冷的、凉的，手脚是温热的，温热的。这个时候，在这种症状在身体上面的时候，是你是最达到最平衡的阴阳平衡的状态之下，这个是证明你的阴实完全没有阴实啊，没有阴实。那就是因为我知道这种情形呢，啊，我知道这种诊断，所以很多地方我会比别人早说。我才一直在网络上呼吁大家不要吃什么多种维他命啊，好，综合维他命啊，好，什么维骨力啊、补骨啊，不要吃。因为我的病人很多，美国人吃很多啊，吃了就越吃越热，这个癌症的越热，脚越冷了，都不会好的。好，我的那个在以前的，包括洗牙齿的牙医，好，他神经病，他太太不好意思说，他说，这个跟他先生说，现在有最新出品的维他命 C， 那结果他吃两个礼拜，肾结石来找我。对啊，肾结石。他肾结石来找我的时候，我跟他说：“你有没有吃维他命 C？” 他哦，我太太拿两个礼拜前给我吃那个最新的维他命 C。对啊，最新的就是最新的肾结石。那根本知道是肾结石的东西。好，所以说我们诊断的非常的迅速，病人的陈述的，我们瞬间就可以查到病的早因是谁。好，是那个中餐厅做的食物，还是你维他命，马上就可以知道。好，那。我们为什么不赞成咖啡？原因呢？因为咖啡哈，它是酸性的，任何东西少量都没有关系哈。
你说一杯无所谓了，无伤大雅，你一天好几杯，那很酸的在停在这里面。好，我现在临床上看到很多的就是胰脏癌，尤其是胰脏癌最多，好，再来是胃癌，好，再来是食道癌。当然有喝酒，喝酒喝太多了，酒也是酸性的，好，造成胃癌。那如果你真的得了癌症，那得了癌症把你胃切掉了，把你的十二指肠跟食道接在一起，那处理完以后就跟你做十二次化疗或者二十次的化疗做完，哎，结果你脚热起来了，好，越做脚越热，身体都没有痛了，都没有盗汗了，精神也好起来，代表你好了，恭喜你，我赞成你去做开刀化疗切片。好，那你如果做了呢？你如果做了开刀化疗，做完以后脚越做越冷，可是你刀也开了，化疗也做了，你再找我没救哦。真的没救啊，我也不愿意去救你。为什么？因为第一个救不管你还是会死，第二个你死的时候是怪中医，那我神经病，在你死前赚你一点钱，为了赚你一点钱就被你骂，干嘛呢？我不治你也是死，那我为什么要治？你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好可怜啊，我们明明知道可以事先做，他就不知道，就被自己的错误的判断，一条命就没了。我心里也很难过啊，可是没有办法，你一个人出人命，可能你一家人受到伤害，大家可能日子要全部要整个家庭散掉，整个家庭散掉了，对不对？可是因为你错误的决定，好，所以你们不晓得来看我那个肝癌那个肿瘤那个女的，被我臭骂到哦，臭骂到她死，她这是头都不敢抬，我非要把她观念改过来不可，好，她才不会再犯嘛，好，不然呢，把她肝癌救回来有什么用？救回来还是会发这个病啊，好。所以大家记得，好，有很多运用的遇到问题的时候，我这刚刚突然想到，好，千万不要这个因为这个随便去做切片啊。还有第三个呢，好，大家看看我们六个寸口脉的阴阳部位来做诊断，这个中医的脉诊有它的原因，好，有它的很有道理。那一般人来说，这个中医的这个诊断了，这个不科学。什么叫不科学？不科技，我承认。对，什么叫不科学？不科技啊，你说科技是仪器吧，你把仪器当成科学，换句话说你把科学跟科技两个名词搞混了，英文上就不一样， technology 一个 science， 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定义，就你把两个混在一起，所以中医是不科技，但中医最科学，西医是很科技但一点都不科学，所以那个病人在奥斯上全身在扫描在检查的时候，我只要在病人耳朵旁边问你脚是热的冷的，讲完了，我已经看完了走了，他还在奥斯上哦，那我问你，脚是热的冷的，绝对不会有任何副作用。唯一的就是你有个问号，刚刚那个神经病啊，怎么不关心我胰脏癌，怎么关心我脚冷着？对啊，只是这个答案，这个不会死人嘛。所以你在那个超级的辐射状态之下的话，那种如果造成好，这个身上有癌症的都很危险的哈，暴露在那种放射线之下，我们不需要暴露。好，所以今天我让转达给大家就是最重要就是我们不用仪器。好，我们完全依照你的身体的判断，那你只要提供中医正确的讯息，我们绝对不会诊断错误。好，我再举个例，比如说有一个人，我们有个病人啊，腹痛15年，好，他英国来的，他先生是我们那边的一个理发师，他说15年，他竟然太太很瘦，他说我15年我都不能回英国看我妈妈，我妈妈要过世都不能回去看。我说为什么？肚子痛啊，我不能走很远啊，走路就痛啊，抬东西也不能抬啊，等于15年跟废人一样。我说哦，哪里痛？他说这里痛，这一块。他说我去西医医院检查，检查了半天也说我正常，没有正常的。我说你躺在床上，好，一摸他这个地方是烫的，热，旁边是冷的，腹膜炎。他腹膜炎，我说你是盲肠破裂了，转成腹膜炎。那，因为里面要对西医有个概念，西医认为说肿瘤，好 cancer 这种东西，还有 bacteria virus 或者是这种寄生虫 parasite， 他比较有兴趣。这种炎他查不到的，就是腹腔里面，因为已经喷那个盲肠破裂出来以后，很多的宿便跑出来以后，我们人体的腹腔啊产生膜，会把它包起来。包起来以后呢，它就不会传染了，不会感染，因为没有发烧。那在包起来以后呢，它就不会传染了，不会感染，因为没有发烧。那在肛盲肠炎的时候很痛，
好，那个在那边痛就叫我不要去看医生，医生给我当芭比 Q 切了，我不要去看，结果他破裂掉，破裂掉以后痛就没了。因为痛是来自压力，哈，痛并不是说里面发炎的怎么痛，痛是来自压力。它破裂掉以后呢，就整个大那个腹腔的那个宿便，它包起来，包在这个地方。那我们一摸，这边是烫的，旁边是冷的。然后你问病人呢，好，你怎么知道他是不是大肠癌或者什么？能问他你热还是冷？没有什么热。你看，就算他有热，这边有热，我有时候感觉到这边热，有的时候不是每天，有的时候这边感觉到热。那你有没有盗汗？没有盗汗，盗汗就是因为它阴阳决离掉了，就好像我们前面讲 adenos carcinoma 这种病人，他整个决离掉，所以上半身不断的盗汗。好，如果这边有腹腔有腹膜癌的话，它一直蔓延过来的话，这边是剧热，非常的高热，然后全身非常严重的盗汗，而且是夜夜盗汗，夜夜盗汗，没有一天例外。这我们就可以知道他阴阳决离，命在旦夕的，知道他是腹膜癌。好，但他是一看就好。这个腹膜炎，那中医的治症很简单，我们一查知道病因就很简单了嘛。好，我说你等一下，我要发豆芽啊。我们这个治这个病啊，要豆芽啊。那个而且你们那个外面的黄豆芽不行的啊，一定要我们的红豆芽。我们的赤小中药里面有一种药叫赤豆当归散，赤小豆啊，你把它放在那个盘子里面，那盘子放张卫生纸，好撒点水在上面，赤小豆放上去，过两天就要发芽长出来。然后你发多一点嘛，然后把当归两钱跟它赤小豆，当归不要煮。打成当归赤小豆泥，打成泥状啊，就当了生菜沙拉吃下去，它就会清啊。中医那么简单的方法，你那个红赤小豆当归，你懂的话 ，know how 的话，这个$1还不到，好，就那么简单。你给西医去看，检查了半天，好几千块美金，检查了半天出来说你没病，那你没病，那我医生我没病的话，我是不是神经病了？我都这里痛痛的话，我不能走路，我要回家，我要回去看我妈妈，都不能回去，我神经病啊！我妈妈都快过世，身体病重，我都不能回去看她，我还骗你啊，对不对？因为这里痛啊，哎，你没病，你看看，哎，几千块钱还被他说神经病啊，他是有病啊，你知道我意思吧？这种问题常常会发生，所以诸位呢，常常你去检查，医生说你状况很好，但你知道你身体有问题的时候，就按照我的话啊。那我们会这个以后我们这个演讲会放到网络上，给大家看啊，可以提醒你的记忆啊，不要忘掉。然后脚热，你好像说我脚那脚冷的是正常，那记性不太好，那你又吃西药太多，记性就不太好。好。好，等一下啊。那就像刚刚的，如果我们把阴实的症状第二跟第三，第一跟第二，好，第三，比如说这三个混在一起诊断的时候，有一个人呢晚上1点到3点都准时醒过来，我们知道啊肝有问题，对不对？然后第二个他说他医生啊，我不单单醒过来哈，而且我这个地方啊这一块很痛，然后这一块以上很热，以下很冷，那第三个我盗汗，用了已经是肝癌了。那么就可以中医可以那么确诊，好，那么确诊。那这个你说不行，西医说我要做穿刺，什么都不要，你不要做，做的也是肝癌，好，不要不用做了哈。哎，我们的方法，我们中医的诊断方法绝对不会错。那寸口脉的诊断方式呢？我们中医要认为说，寸为阳，尺为阴，好，这个手拿起来的时候，寸就是靠近手掌这个地方叫寸，尺呢靠近我手表表带这个地方叫做。尺，好，这是尺部啊，因为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是一尺的距离啊，对，这个地方到这边到手掌是一寸的距离，所以叫寸。这里到这里是一尺嘛，好，那寸脉中医认为说是阳脉，好，尺脉认为是阴脉，好，那正常人的阳脉要比阴脉大，好，所以你这样摸上去的时候，两个指头，一个指头摸上面，一个指头摸下面，那你就觉得寸的脉会比尺脉高一点、大一点，这都是常态，好，常态。那女人呢跟男人左右手是反的啊，女孩子的手呢左手的脉大，右手的脉小是正常啊，女反过来就不正常，男人呢刚好反的，右手脉大左手脉小是正常啊，你们可以这样子摸摸脉，你们不用说啊，我们知道这个寸好，中医就麻烦了，中医很麻烦，觉得中医还是少不要学算了。好，那么这个此外，这个给我学就好了。我们习惯了啊，你们学，如果我这样告诉你就结束了。那可是你在学的时候不是那么简单哈。
这个地方呢，啊，是心跟小肠，这个是肝跟胆，啊，这个是肾跟膀胱。那重按的脉的话是入脏入，重按是查脏查阴是看肝，轻按的是按胆。那你知道老师那么复杂，我不想学算了哈。对，其实不需要，不需要那么复杂。我看病到现在，我很少去讨论这些东西，我就是看阴阳诊阴阳，看你脉阴阳平不平衡。因为我看了病人 CT 一段时间要脚慢慢热起来了啊，伸长度很好了，可是病人就是哑巴嘛，他就不告诉你，就那你那个大便好不好？他那个哑科吧，对，小便是没事。还有些小孩子，我说舌头伸来，不要，他就是不要。小朋友啊，他舌头就不给你看。对啊，那怎么办？对啊，摸手摸好，我们有很多方法，把手抓过来，它的顺脉比尺脉大就好了。那如果像成年人也是一样，好，我们脉那吃了半天，我们知道它进步很多，但是顺脉还是比尺脉还是高一点，顺脉还是小一点，所以你继续吃药还没有完全好。那左右手，你常常看到我同时左右手去摸病人的脉，这个是女孩子的话，她的左手要比右手脉大，就可以停药的时候，这些都是根据我们根据这些身体上的症状呢来做判断啊，它是到底好，到底可不可以停药了。好，再来呢，我跟诸位介绍什么叫正常人。好，你们呢？大家都知道什么叫病人啊？你就给西医一检查，什么病都来了啊。西医呢没有正常人。好，所以没有正常，就是说他检查的话，你胆固醇正常，什么三酸甘油脂正常，怎么正常啊？查了什么都正常，就你一大堆病痛。你说我一身腰酸背痛啊，我头痛啊，这个查都查不到的啊。好，那中医不一样，所以真正健康的标准在中医手上面啊，在中医上，我们几千人啊，经过那么多年的临床，我们可以整理下来，好吧，简化成六大症状。第一个，睡眠可以一觉到天亮。睡眠一觉到天亮，涵盖丑子时的胆，好，十一点的眼，丑时的肝，寅时的肺，好，三个脏，横跨三个脏。那这横跨三个脏，每天日夜通宵，代表身体没有问题，完全没有问题。你如果在担忧啊，明天要考试了，好，这个或者是你要离婚了，或者是怎么样，好，这个家里面有忧的事情。那你晚上今天晚上，今天忧嘛，日有所思，晚上都要到晚上三点钟以后醒过来，好，就到五点钟才能睡，就那没有关系，因为你在忧啊。那你如果什么事情都很好，家里没有任何事情让您担忧啊，晚上奇怪，每天晚上每天啊，不是偶尔啊，每天晚上三点到五点钟醒过来，这叫注意的啊。那如果是你不管，你要偶尔一次不能睡，但是每夜都就能够通宵睡到五点钟以后起来。这就是正常人。五点钟以后呢，啊，进入大肠的时间，哈，阳气要生发的时候，我们这样子跟大家讲，如果以阴阳来说，晚上十二点钟就是阳，100%在阴里面，在人体人在身体的组织里面休眠，这就是可以睡着。如果你从十二点钟阳没有办法完全进入到身体里面去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睡，好，没有办法睡。那到了五点钟以后，阳要出来，阳要起来的时候，好，大肠起来了。所以五点到七点，第一件事早上起来，第一件事赶得上厕所的人都是最好的啊。所以每天早上第一件事起来，全家人在抢得上大号，这一家人都正常。好，在我们正统中医的治疗之下，都会这样子。好，只要有一个人都不抢厕所，无所谓厕所谁在里面，反正他不 care。然后这个人现在就要看我们了啊，不能等到以后再说啊。那这个大肠癌，我们在处理大肠癌的时候，我们有很好的药，很简单，处理上非常便宜。我常常跟病人说，先给我们查，给我们中医动一下手嘛哈。你有胸部有硬块，不要有那么急的做切片吗？啊，大肠有一，然后大肠除了老是东西在肛门里面堵到个东西，大便的时候很难过。哦，那我要去看看，那验验看是不是大肠还是肿瘤在那边？好，有那么急吗？先给我们中医试看看嘛。啊，如果中医没有办法把你清出来，没有办法把肿块清出来，你再去做切片嘛。你如果相信西医的话，对啊，我常常跟病人说，不要急嘛，那么急哈，不要急。那个不明的下，不明的状态之下，你做的决策往往都是错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很明了的状态之下做决策。啊，那肛门肿块堵到。热不热啊？热啊。那你大便啊？热不热啊？热啊。那你大便有没有带血啊？没有啊。
便秘啊。大便如果带心血，鲜血出来，啊，大便里面，那就是大便痔疮。那大便以后才排血出来是内痔。大便排完去，大便以后去擦，看到那个纸巾上面有血，这是外痔。那大肠里面如果跟大便大肠癌 colitis 是那种大肠炎哈，就发炎的时候，它是血和便混在一起，里面很多的伤口，它的血和便会混在一起，那个排出来的大便都会好一天十几二十次，有时候二十五次啊都一样，就是病人只要跟你说一天二十几次，大便是血水混合，这种都是大肠炎哈炎症就发炎了。大肠癌不是这样子，然后大肠癌有时候完全排不出来，好，那我们有攻下，可以攻得出来，好，可以攻得出来。那攻不出来的，就是因为不知道用使用一些好用中药而已。那现在一般的外面的中医比较麻烦的就是他们是比较是温病，所谓温病就是我们中国一直以来几千年了哈，千年以来的残温之争啊。我这一派我们是啊是属于北派，是伤寒家，就是所谓张仲景这个伤寒系统。那一直我们称为这个方子叫经典之方啊，经典之方就是已经是 classic， 就好像贝多芬的交响乐什么，它是经典，你不需要去改它啊。那所以我到现在用的是经典之方，没有一个方子是我研发的。那到中间呢，就出了温病派啊。温病派呢，他认为说伤寒只停在北方，大陆北方冷嘛是伤寒，我们南方的时候那个气候温湿，就不会有伤寒的症状哈。所以说好除湿去热啊，这种好温病的处方，而不晓得这个跟寒湿没有关系，跟寒热没有关系哈，是病本身呈现的症状。病的呈现的症状是非常的有一种感冒呢，它呈现的症状可能是好全身肌肉痛啊，没有汗啊，无汗，然后全那个好像全身好像鞭打了一样的痛，恶寒起来是怕冷，怕到你真的是在暑假，我们就看过这种病人，暑假仲夏最热的时候，大白天的中午，他坐在车子里面啊，引擎熄火，没有冷气啊，穿着厚的夹克还在发抖。恶寒到这种程度，那我们归类说这是某一种伤寒，我们不要去谈它说是哪一种病毒，不需要，我们不需要看到病毒长什么样子，然后拿什么药去把你干掉，而是我们把它用一种药，我们知道伤寒就代表它寒邪在表寒在这里，因为它你看它冷成这样子在抖，有没有？好，知道表寒，那我们就有一些药开出来就是表寒的药，它吃下去的话，它就会表寒就会解掉，病人吃完就流汗就开始热起来啊，就恢复了。这就是我们中医的辨证论治，所以我们不会去管它是什么 SARS 啊，什么 H1N1 啊，或者怎么样子，好，什么病毒，我们不 care， 我们最主要是病人给我们陈述了症状以后，我们可以从症状上面，我们可以解读出来，我们知道这个病是在哪一个部位上面，哪一个部位上面以后，我们开始下手的时候，我们那个处方就会恰到好处，好，正好到那个部位上，把病去掉，然后不伤症，去病而不伤症。就是你的本身的体能正气不会伤到，西药不是这样的，西药的话看到黑影就开枪，枪还没打准，还没有很准哈，那打还没打死啊，那后代会报复不讲，每天那边打官司啊不讲，那个西药还肠胃伤到，啊，因为它没有像我们的开处方中药那么细致，还要兼顾到全身的其他的部位啊，那这个就是中西医的很大的一个缺憾的地方啊，那我们再举个例。有我们在临床上也碰到很多脑瘤的病人啊，脑瘤。那脑瘤的病人的时候，你问病人，他你不用，那老师你怎么知道他是不是脑瘤？很简单，他全局那个每天的同一个部位上面的压力，好重压，好。第二个，这个他没有，我们只要他没有发病，不见得一旦发了人会昏倒在地上，他头部里面是热的，好热的就阳。要录音，他不能录音，遇到里面有石长在里面，所以他会反应啊。那临床上面我们处理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阴，因为我们知道它是阴石嘛哈，我们可以开始去阳的药，还去攻坚的药，把这个石排出来啊。那临床上可以做到，西医做到现在那个脑瘤的开了刀又长回来，开了刀又长回来，连病人都不想再开了。哦，不要说我开刀再回来，不要开了嘛，开了还是再回来，连医生都手都软掉。那你说啊，中医不能不要治疗癌症，那你叫他撞墙死啊，对不对？啊，这种病人到我们手上恢复的状况都很好，啊，都很好。那所以中药是绝对是可靠而且有效的，好，啊，那绝对不要担心说中药会产生什么后遗症啊。那我讲过啊，你如果吃了中药脚冷掉了，你就不要吃了，吃一副就够了，你不要吃了。但吃了以后脚越是越热，好，啊，你就要吃到好为止啊。那本来是
不可以睡觉的，吃完就可以睡觉，所以通宵达旦的睡觉很重要。好，那临床上面100%的癌症都是失眠。啊，那你说老师，我们失眠呢？如果我们不懂，我们就吃安眠药。你吃安眠药，安眠药哈，因为心脏在管睡眠。你吃安眠药的话，取代心脏某部分的功能，因为安眠药的作用只是它需要长期研究。你失眠就是脑部里面缺了哪一种 enzyme 在里面，其实都是 enzyme 啊，都是酵素。好，缺少哪一种 enzyme， 它就把实验室合成出来的那种 enzyme 给你吃，一吃上去一补足了就睡了。可是是醒睡了，它是人工的，不是你自己分泌出来的，所以醒睡了，神没睡。所以你以为你睡了，好，他就跑，这个就跑出来，这个开车，说半夜开车在马路上，好，眼睛闭到开车，那都是安眠药的副作用，啊，梦游，啊，这个还梦开车，哎，梦游还不够，还梦开车，啊，因为祖母啊不会开车，他不会，他祖母就会起来到厨房去煮碗面放到那边，然后再回家睡觉，然后你们早上起来一看，怎么一碗面在那边吓得你半死，安眠药呢造成了人的这个死和梦游，好，那。中药的不会，中药可以把梦游的人治好，不梦游，然后这个差异很大。那我们在临床上治疗癌症的病人的时候，第一个就想办法让他睡觉，哦，一定要想办法让他睡觉，因为睡觉是恢复体力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东西，比你吃东西还重要。所以每一个病人，我一开始就问你睡眠，几乎每一个癌症的病人都失眠。好，哦，那吃了我们的药以后，如果睡眠还没好，我就想尽办法让他睡眠。啊，我们有很多种失眠的处方啊，这种我们要学的失眠的处方。那这个，如果让病人睡眠好，病人也好了一半，因为体力还可以睡着了啊，睡着了。那第二个呢，就是正常的胃口。正常的胃口呢，我们一般来说就是吃饭以前会饿，啊，想吃东西。胃口分两种，一种是肚子饿，一种是味觉。肚子饿是管的脾脏在管。所以你会，哎，我肚子好饿，想吃东西，这是脾脏功能很正常。开始吃东西，一吃怎么如同嚼辣？哎呀，糟糕，酸甜苦辣的东西吃下去都没有味道，怎么搞的？胰脏受伤，啊，这两个不一样。那我们过去有遇到案例啊，那个男的想这个女朋友想疯了，想到这个吃的也味道就没有了，真的如同嚼辣，吃什么酸甜苦辣他没感觉啊。好，所以诸位女孩子以后你们教教你女儿。哪天呢？男朋友说在国外很远，或者是啊，说我好想你哦。那你胃口好不好？很好，吃东西有没有味道？很好，啊，好，这马上就中医骗不了中医的哈，啊，啊。所以胰脏癌的人，胰脏炎的人没有胃口，就是没有味觉，味觉没有，胃口还是饿啊，他吃东西没有味觉，啊，没有味觉。那。这个口渴呢，好，这个光是一个口渴的动作，很多人就不了解。我们讲的病态的口渴，就是比如说你怎么你没有讲什么话，嘴巴却很渴，想去老是想去喝水。那你如果是刚刚从个餐厅吃完饭出来，本来吃饭之前都很好，就吃完那个餐饭以后开始到口渴，那肯定有 MSG 嘛，就是放了味精啊。这个好，那你就不要怀疑，你就跟他说，驾驶你说到那个餐厅去，你跟他说，我对味精过敏啊，他菜实在很好吃，你不去又受不了。你跟他说，我对味精过敏，我一沾到味精，人就心脏病发作会死掉，吓死了那个waitress，我一直跑到里面跟主任一再叫了，这个不能放味精，吓死他了。我告诉你哈，因为有美国老太太就这样子昏倒，啊，所以好，有时候不能住那种巧力啊。暴力不如巧力吧，好，就人家跟他吵，不要吵，用巧力就可以哈。那个真的，那你口渴，你想喝哪一种温度的水很重要，这是帮助我们证明他们女生体内是寒还是热。我口很渴，但是我没办法喝温水，我喝冷水，我想喝温水，里面是寒的。好，那喝冰水里面是热的。我们曾经碰到一个太太，从东北哈尔滨来，她移民到天巴，刚好我在。佛罗里达的东岸，他在佛罗里达西岸啊。那对不起，他要找我，要求我，所以只好他开车来看我的。他在乳癌，好，乳癌那个硬块大。来的时候呢，他姐姐陪他来。那个在大陆的时候，哈尔滨呢，这医生都要把他切片了什么？他姐姐回来，不要切，什么都不懂，我回佛罗里达看倪大夫。你不是乳癌，他讲他妹妹倒很好，很憨厚，倪大夫。
你不是鲁安，他讲他妹妹倒很好，很憨厚的一个人，好，就姐姐说什么就是什么，好，没什么，这样反而救了他，他就什么切片都没做，从大陆坐飞机，他那时回大陆啊玩啊什么省亲啊，就发现这问题，就到我面前来，我就问他，你的乳头是凸在外面还是陷下去的，凹陷下去的。这个乳头凸出来，这个乳头凹陷下去，阳气有问题，阳不足的时候乳头已经陷下去嘛，好，凸出来都没有问题，凹陷起来都有问题，好，那他，我问他热不热，他说非常的热，啊，我心里面就已经知道是乳癌了，但是我绝对不跟他说恭喜你得了乳癌，啊，我们中医啊的最大一个，我们的医治的中间呢，就是要让病人有安全感，我就跟小姐说你放心，都会好，不是乳癌。但你如果就开刀切片就是乳癌，一定要给他整出来乳癌吧，好，你放心，好。然后我说你胃口好不好？非常好，什么都吃，好。开完刀做完化疗什么都不吃了哈，本来胃口很好就变不好。然后呢，口渴不渴？他是这时候告诉我，非常的口渴，而且很想喝冰的，加冰块越多越好，甚至于喜欢冰块放在嘴巴里面嚼。光是这一句话，我开出的处方，那个处方呢？啊，石膏，因为诸位不是专业的，没关系哈。一般呢，中国大陆来的石膏都不能用过一两啊，那个石膏太冷了，不能吃。好，我一开就六两，嗯，那很壮，六两，啊，石膏一剂百五汤，石膏是最便宜的药，啊，那这副药，我们卖大概15块20块左右，好美金。他呢，我给他吃一个礼拜，他到。礼拜五吃完，到下个礼拜五来的时候，他就跟我讲，吃的到礼拜三的时候，晚上的时候就感觉到这个胸部呢，原来是铁块，现在是瞬间亮，20分钟里面瞬间软掉变成棉花。我为治好他这个，就是他告诉我一个口渴的现象。所以我们并没有说一定有乳癌的一个共通的方剂，没有。好，我们完全看你的身上症状来决定下什么处方。所以说有人说啊，我们退烧一定要什么犀角，那最后一只犀牛的犀角都被干掉了，犀牛好可怜啊，我们从来不会去用犀角哈，犀角都是温病派的药，我们的石膏退热很厉害，对，他们不会退热，他一定要去把那犀角砍回来，啊，就全地球上剩最后一只给他干掉，啊，刚好给我看到一篇新闻，啊，这是很可怜，那犀牛没有不行哦，犀牛是天生的救火队员，就是森林里面野外森林有着火有失火的话，犀牛会去救火。所以犀牛天生皮很厚嘛，他不怕火烧啊，他就跑进去把火踩熄，踩熄的时候还喷两个气出来，他很气，谁放火？好，很气啊！最后好了之后你把它干掉，我们不用到好，我们这个南北派这药又便宜又好，又没有好那个妨碍那个保护动物法哈，嗯，好，你看第四个，大小便正常，我们平常一个人的小便，以我们小肠的温度，脚是热的人来衡量的话啊。一天是6次到7次，你喝水喝多当然多一点，那你如果晚上睡觉以前你喝了很多水，晚上起来你是10几岁也会起来小便，对不对？你喝水喝太多，这个是不是 common sense？ 如果打跟我说念一下，我每天晚上3、4次跑厕所很麻烦，你脚热热冷的热的，其实你在睡觉前喝什么？哦，每次喝着睡觉前喝6大杯水，这样我才好睡啊。这个怎么办？好，那我们在睡觉以前2个小时不要喝，那你要嘴巴很干的话，喝一点水来润润唇，好，这个时候然后睡觉以前把小便排光再去睡觉，你看看你会不会半夜起来，好，有这个衡量应该是一觉到天亮。那怕水肾物腺有癌肾物腺有问题的人，好，他脚是冷的，我刚刚不讲了，有问题的人脚冷的，男人脚冷肾物腺就肥大，好，那如果说有阴实在里面，就是肾上腺癌。老师，肾上腺肥大跟肾上腺癌你怎么区分呢？很简单啦，阴实嘛，哦。如果是肾上腺里面长东西，这个人长了一个硬块，肿瘤了5、6公分大或怎么样？我们的心脏的热体阳啊要往下走，结果遇到有前面有阻力挡到啦，那个中间是实症就是24小时都在那边。虚症是就是没有东西在里面哈，它24小时从头到尾长在那边，这个阳热下到下焦去下不去了，不单单是脚冷，脚变成冰冷，然后这个热还会回逆回来的时候冲到上面不讲，还冲到手上去，就造成手的皮肤非常的干燥。那晚上的时候，肾上腺癌的病人需要
涂一些 lotion 在手上才能睡，不然的话皮肤会干到让他没办法睡。好，好，你们现在知道了。那有一次一个病人太太来找我看病呢，他先生就陪着他来啊，我们礼貌上跟先生握个手啊，我一握，我说你是才应该找我的，你太太不要找我，你应该找我。他说你为什么要找你？我说你肾上腺癌。他说你是上看了 Chinese magician。 嗯，好，其实我就摸他手干的。好，中医呢，行走坐卧触诊通通是资料啊，所以我们有非常丰富的这个资源，我们可以从病人的身上得到正确的资料，不需要去做什么切片。那如果这个是比如说这个我们两个同时喜欢这个女的，好，那这是我的情敌，对不对？讨厌，怎么做我情敌，好好不做做我情敌，那社会现在大了，很你要去做西医的检验啊，做切片，不然我不知道你怎么回事。好，结果他就做性功能就没了。好，做完没好，然后做到后来好不容易被挖出来一个癌细胞，然后他就做切片完的时候，我说你很辛苦，我会买点那个多种维他命每天给他吃。那他的做完以后，那个你们吃个维他命，吃个两个小时后小便是不黄的，就代表说这个营养就会累积在身体里面，小便排掉，身体是不受用。所以你买维他命是第一个让你小便变得比较贵一点，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胃食道癌细胞，那你里面有伤口在那边，那你就吃了这个多种维他命，吃了什么东西下去，结果在伤口里面在里面一直长啊，癌细胞哇好爽啊，这里面又有水又有食物，他找了受血癌就这样来的，对不对？就他为了跟我争个女的的同对吧、啊、这个情敌就被我害死掉，我害死还不是我害的，我没有害啊，是西医把我害死。好，所以知识很够的时候杀人于无形。嗯、我们很厉害哈，我们很厉害的、嗯，所以你小心点。我只是讲话你要小心点啊。第五个，正常的体力消耗和流汗，我刚告诉大家，我们正常人运动就一定有汗，汗出来一定是平均均匀的。哎，老师，我运动出汗，吃东西出汗，啊、哦，这个走路也出汗，可是都在头顶上。身上没有，啊，头上汗特别多，啊，这就是意思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中间胸膈这边有一些湿痰，啊，湿痰，那堵到了，所以你寒湿里面湿比较热，就好像很多的粘液、很多痰在里面，所以你的汗水并没有办法完全就停留在肌肉里面。那你遇到了热的时候，好，就会往上冒，头汗就会很多，这个倒无所谓，好，那这个很好，很快就可以好。哎，我讲的这个正常人的流汗，就是你平常运动好做什么正常流汗，你发觉到旁边人流汗，你没有流汗，你就已经有问题了啊。那这个那流完汗呢，你如果补充水分啊，你喝水，喝完就精神就很好。有的人流完汗是躺在那边不能动啊，啊，就癌症的人他那个盗汗嘛，他白天晚上都在盗汗，汗流的那个衣服都湿了，然后躺在那边不能动，嗯，癌那个是。癌症的盗汗就不是正常，正常要运动才有汗，所以运动有汗，不运动没汗。实证，不运动没汗是实，表实；运动有汗表虚，所以虚虚实实，实实虚虚都是正常。如果只实不虚，只好皮肤会硬，大量流汗我不流汗，只实不虚或只虚不实，就是不断的盗汗，你不运动也要流汗，你坐在那边也流汗，只虚不实，这种都是病态。好，所以从有没有汗的状态，我们都可以明了到，啊，这个到底这个我们的身体的状态是如何啊？也就是当你知道身体的正确的症状、正确的讯息以后，你可以当自己的主人，然后你们会省很多钱哦。我要去看看这中医是好不好，无所谓他是谁，好，山寨版的中医也无所谓，我就看他吃了，哎，我原来盗汗没了，我原来脚是冷的，现在是热了，我原来不能睡到现在可以睡了，就代表药吃对了。好，药吃对了以后，你吃了一段时间，啊，结果都很好，就换了一个医生来，医生呢给你换一个处方，哎，吃的不对了，你就说对比我不要看那个处方给我，我去外面去，我要去加药去吃原来的处方，你就会保护你自己，懂不懂我意思？那吃错了你还去拷贝他处方干嘛？吃错了还给你错了还要我资料都不要了嘛，对不对？好，所以基本上大家一定要学得到一个讯息，就是如何保护自己，啊。要花，我们不是说钱大家花得起花不起，当我们治病的时候，我们花出去的钱不要花冤枉钱，哦，那我当医生当那么多年，我一直抱这个信念，我一直抱这个信念，就是我们不可以让病人花冤枉钱啊，哦，因为病人有病来投医的时候，有的人是心急乱投医。
啊，因为病人有病来投医的时候，有的人是心急乱投医嘛，哈，那你要告诉他。所以我常常花很多时间在教育我的病人，啊，你吃了如果不好，脚是越吃越远，不要吃了，啊，但是你听我，如果吃了很好，你要继续吃下去啊，因为你的命会救完。因为如果可以花钱买命的话，为什么不买？对不对？好，长眠好，头面身体是冷的，手脚是温热的。这个地方呢，好，就是简单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身体为什么是凉的哈？我们这个心脏，中医认为心脏不断的跳动，啊，这个产生的是火热，所以身体的体温的来源是靠心脏。现在西医你就问他体温怎么来的，他不知道啊。他说体温就是九十七九十八，我们没有这个问题啊，体温摆了一样子啊，死掉人就没有体温了。那死掉的心脏没有跳了，所以没有体温了。他们不了解体温的来源是心脏，所以西医高烧都硬要强脚降烧都不对的哈。那癌症的人都有低烧，他们也没办法处理掉啊，都跟心脏有关系。当你心脏不断的搏动产生的热，如果没有东西来控制，长那个来引导这个热的时候，身体会过热，就好像引擎在那边不断的跑，就会过热的问题。那机械工程师呢设计了一个水箱在那边，就好像上帝设计的一个肺在那个地方，所以肺很大一个，干嘛？除了呼吸以外啊，西洋人只了解肺是吸气氧啊，吐出二氧化碳，他不了解肺里面最大的功能就是肺是天上的，像天降的冷啊。所以《黄帝内经》说肺法像天，法像天幕，整个盖到。那肺主皮毛，除了天幕以外，全身的皮肤毛孔是肺脏在管的。那当我们心脏的热产生了热以后，我们肺脏在控制这个热，把这个热往下倒，所以心脏产生的热是热气是往下走的，正常自然界的热是往上升的啊，热气球都往上升嘛，好，所以正常的人呢，热是往下倒，倒到进入小肠以后，这两个好像以铁哑铃一样，一个是心脏，一个小肠，这两个组织互相在呼应啊，所以中医认为说心跟小肠是表里啊，表里，但心脏产生的热100%到小肠里面去以后，小肠的周围，小肠的前面，女孩子们呢有子宫卵巢，男人有膀胱，好，那个上面有大肠和后面有肾脏，好，那这一些的内脏都围绕着小肠，神经病啊，那谁设计的？怎么可能设计成这样子？好，为什么这些内脏围绕小肠？就是要利用小肠的热，这个里面的热，如果小肠热是正常的。我们你像老师说插个温度计进去量，不需要，小肠的温度正常的，这个热是达到透到脚底板去的，心脏的热是正常的时候透到手掌心去的啊，所以正常的人是肺是冷的哈，天气，所以头面身体是冷的，手脚是温热的。那你想想看，我们这个膀胱里面，当我们比如说小肠的温度下降了，好，那你知道正常人小肠在这个地方产生火热的，那个尿液累积在膀胱里面的时候，会那个水是跟小肠的热是靠在一起的，是烤的，烤烧烤的状态，所以尿在膀胱里面是蒸汽化，气化的，好，蒸汽以后这个尿是往上升的，往上升的时候就把膀胱撑大了，膀胱像个热气球一样往上升，这个膀胱当膀胱蒸开来的时候哈，它是有400cc 的容量在里面，那有这个蒸汽在里面，大家都知道蒸汽火车嘛，蒸汽产生那个压力产生速度，所以你当你的小肠那个膀胱里面的蒸汽压力很强的时候，你会有力量把尿液喷射的排出来，好，力量很强，所以我们小便的时候小便力量很强，好，所以我们有句话，小便的时候小孩子的小便可以过山头，好，这个现在年龄大了小便低裤头，对对对，他没有压力了，好。那个里面没有气化嘛，好，没有气化，那脚是冷的，小便在低裤头，好，那如果吃西药再吃，的小便越来越冷，越来越低，好，那这个讲了膀胱，所以膀胱是要气化，好，正常的小便是这样出来的。那当你了解了以后，一个病人有水肿，你是不是去气化小肠，对不对？那你不知道，你开个利尿剂给他，他只把水排掉，他还肿还是回来。好，越吃越来越严重，以后就一颗不行，两颗不行，三颗越吃越多，因为他没有一种药，他也不知道小便出来是靠小肠温度气化出来的，啊，没有这个概念。好，那大肠也是，大肠的话，你看看大肠，我们吃完有食物残渣跟水在里面，对吧？然后西医的生理学说，啊，大肠就把水吸走了。好，对对，大肠是把水吸走，大肠有那么聪明吗？他只把水拿走，不吃。臭那个潮薄就是不吃粪便吗？他那么聪明啊？不是，
因为小肠在下面，大肠升级到横结肠、降结肠都围绕着小肠，小肠火热的，因为热把水蒸发，所以水就在大肠里面的水就气化出来，好，渗过大肠的壁到上面来，所以潮脖子的留在大肠里面。所以你精密到这种程度啊，你当你晓得这样的以后，请问你有个病人跟你说，哎呦，我大便在下利，你就知道小肠温度下降了。所以小肠温度下降的话，水跟潮脖水并没有办法从大肠气化，所以水跟大便一起排出来，是不是下利了？对不对？马上就判断出来。那你说判断出来，我在诊断上面写小肠寒引起下利，对不对？按西医说，西医就下利啊，给你吃抗生素啊，就他说里面有病毒，就抗生素吃了，真正的病毒没有杀掉，好的细菌给它干掉，对吧？这个一个部队出来把我们美国的部队出来把美国人都干掉了，恐怖分子统统放走了。那西医就是这样子嘛，好，所以说，大家从这些地方你可以知道，中医是它非常的精密哈，非常的精密，非常稠密啊。所以说，大家不要怕，好。如果你只要跟一个中医讲话，讲了半天，他也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你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你就换一个医生，啊。你如果碰到个中医说，哎，医生，我脚是冷的，怎么办？有什么？我脚比你还冷，你赶快夺门而逃。门诊费也不用退了，算了，跟他吵了就直接走了，下次不要回来就好了，啊、哦，太差了嘛，好、哦，所以说这是中医应该有个知识，好、哦，所以教会你们的话，外面的开业的医师也比较麻烦，好、哦，比较麻烦哈、哦，啊，这不，那你问这问题的，好、哦，这个什么问题还解答不出来，好、哦，所以说这个为了这个，我有时候常常想，我们教专业的，他不见得会听我的话，我说没有关系，我们教 lay person。教消费者，让你们不受欺骗，他怎么办？他只好自己进步，对不对？好，这是我们这没有办法中的办法。好，大家看哈，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个名方，希望大家带了这个方子啊，出国旅游到哪里就带在包包里面啊。当然，我是首先在讲介绍之前呢。我先声明，我跟这个先锋牌药厂是道义之交啊，我们没有任何的利害关系啊。我恨死了西药厂的利益勾结，我还跟他勾结哈。我只跟他说药做得好，你做得不好，给我发现到我就把你打掉。我可以成就你，也可以毁掉你。那我先锋牌药很好，先锋牌药不好也是我说的。所以他老板兢兢业业的在做他的好。中药最好的中药是这样子好。我们现在外面的科学中药呢，不管我们台湾呢有台湾一个现有，
我们现在外面的科学中药呢，不管我们台湾呢，有台湾一个有现有合法的拿到 GMP 药厂的执照有17家，只有一家通过 ISO 认证，就是先锋牌药厂。他通过 ISO 认证的原因就是，比如说你现在看到大青龙方，他是把大青龙那个方子拿到锅子里面，高压蒸煮锅里面，整个比例配好，然后水倒下去，蒸煮过，高压煮过以后，把药渣丢掉。药渣丢掉，因为里面中药里面，就算你有残余的重金属在里面，它通通在药渣里面，它附在药渣里面。你把药渣一丢，没有重金属的问题。还有呢，农药的问题，经过蒸煮过以后，1个小时，好，我们农药有两种，一种是水溶性的农药，一种是非水溶性的农药。经过1个小时蒸煮以后，农药都融化掉，都不见了。所以这种汤，所以我平常说，大家如果你会这个方，你去中药行抓一副中药来，我无所谓你在哪一家中药行，最烂的都没有关系，因为你蒸煮过，自己煮过以后，它药渣不吃，然后也不会有农药，也不会有重金属，就算还有重金属都在污染不了你，因为你没有吃药渣，你千万不要把药渣吃的汤倒了哈。那这样我真的是无言以对哈，我不晓得怎么样子教你哈，真的。好，那这个药很快。那先锋牌的做好有个方便，就是你不要去煎，你带在身边到世界各地去旅行都可以啊。那这个他这个药是这样子出来的。那别的药厂做的是一味一味，比如说麻黄桂枝，它一味一味打粉，没有煮，就打粉以后把它化了，然后比较黏的啊，比如说炙甘草比较黏的，生姜比较黏，它放点淀粉下去，照例这样照出来。然后它所以他们会检验出来有含有重金属，含有农药，好，那这个就不会。而且它的药是整个煮过。所以它煮过以后，每一就是七味药放在一起煮完以后出来的混合物，那个化合物跟你单位去煮放在一起不一样，啊，所以研究过化学的那个老师肯定不一样啊，所以我们的药这个药一下去在嘴巴里面就化掉，等于喝汤一样，啊，这个带在身边为什么？这个是我们中医2000年来治疗所有瘟疫的主方，流行性瘟疫的主方 ，SARS、H1N1 它都可以治好。在我们这个辨证的时候，病人出现了，我们中医为什么可以治好呢？我前面就跟大家开宗明义的讲了，我们没有一种药，它本身设计的目的是要把这个病毒杀掉，所以我们所有的药设计出来都是把病毒排除体外的方式，这个出发点在这里，也就是因为出发点是这样的，所以2000年来我们不管它瘟疫的病毒怎么变种都没有关系。它在同样的部位发生，我们就同样的药给它去掉，都到现在还是有效的。好，那这个处方呢？你看了病人啊，主要的症状发烧、气喘、咳嗽、吐咳的黄痰出来，燥咳、口渴，好发烧，胃口没有胃口，没有汗，啊，这是它的主要的症状。当你遇到这个症状的时候，你开大青龙汤，啊，那不管它的病名被定成 SARS， 定成 H1N1， 啊。都没有关系，好，或者一般的流感都没有关系。那我为什么在网络上一直在跟大家说不要去打flu shot？第一个flu shot不能让你预防感冒，照样感冒。好，等到你打了感冒flu shot了以后，这个又得了感冒，然后你跟人家说那看看我那个flu shot没用，你看害我得了感冒，药厂就会说你打得太早了，打完药以后要3个礼拜以后才发酵。好，然后你说哎，对我是那个2个礼拜以后的，但是我太太3个礼拜以后，那也得了这个感冒。哦，你太太这个时间是对的，可是呢，她对这个药物没有过敏，啊，没有办法引起共鸣，所以还是你的错。啊，怎么讲都是她错，就是你错就对了。好，然后感冒了很多医，还有台中的名医，他儿子死在flu shot上面，出师未捷身先死，还不知道你会不会得到 H1N1， 结果你就死掉，打疫苗死掉，没有意思啊。疫苗里面还有很多的汞，还有很多这个我们有些汞啊，就是防腐剂嘛，因为疫苗会坏。好，那汞撒下去的时候，在里面你没有办法综合说每一剂药防腐剂的剂量都一样，有一剂这一剂可能多一点，打下去会出问题。好，打了小孩自闭症啊，好过动额都是防腐剂，啊，或者金属中毒都会是这种病。好，那我诸位如果会这个方子，一个是你处方抓到抄了在手上，那你走到哪里去，至少你找到药行可以买了以后自己煮啊。还有一个就是买这个先锋牌的那个粉剂啊，粉剂可以。那这个药大家看，第一个是麻黄啊，麻黄和杏仁石膏啊，炙甘草，然后桂枝、生姜、红枣啊。那
为什么这个处方怎么设计来的？我们这个一感冒得到 H1N1 的时候，进入肺部，进入肺部，跑到肺里面来后，病人会喘咳嗽很厉害，好发高烧。那大家都知道，这个杏仁呢，本来就能够这个祛痰，好祛痰。石膏呢，干嘛？高烧啊，好发这个发高烧用。我们这个大青龙汤里面现在看到了，是我们金方家在用。南派的话看不到石膏了，看到是犀牛角。啊，全世界去分那一小个三角形的犀牛角，啊，赶上晚上深更半夜到动物园去偷偷把犀牛干掉，把犀牛角切下来，啊，为了活命做了，不需要犀牛角。那这个石膏下去，热就退掉，说明石膏呢会在肺里面产生很多的津液。我们在发汗的时候，当你使用麻黄在发汗。麻黄发汗的时候是从肺里面发出来的汗，所以麻黄的汗一出来就会到皮肤表面上去。那为什么要用桂枝呢？桂枝是发汗发肌肉里面的汗，好，脾主肌肉。那你一定伤到脾嘛，脾的话就没有胃口了，变成就不想吃东西了。我刚刚不是讲对吧？没有胃口。那我们用桂枝下去，脾上的肌肉，脾上的汗一发，肌肉的汗发掉，好，再加上肺的汗一发掉，病就出去了。那这个汗发掉的话，很怕你肺发肺，你那个麻黄一下去，你不加其他的药，一下肺里面干掉了，那个变成汽车引擎里面的水箱里面没水了，病人会心脏的热就往上跑，病人会燥热，对不对？好，所以我们会加石膏，把这个水加回去。好，石膏就是这个用。那肠胃的津液，好，肠胃跟脾胃是表里，所以我们会去发了脾脏的汗的，发了肌肉的汗，肠胃里面的水分会没有。本来病人已经没有胃口了，哦，我们再开桂枝下去把胃口抢回来，在肠胃里面的水要同时补回来，所以我们会去把一些好炙甘草，好一些这个生姜，好红枣加上里面，好这个黄色的入脾胃，啊，这个红色的入小肠，那甘草的解百毒，好解百毒。那为什么要用甘草在里面？这个我们人的身上都难免都多多少少都有一点宿便。好，宿便。那如果说这个宿便在身体里面，他现在小朋友吃了这个得了感冒，已经两天没有大便，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吃进去啊，你没有东西吃进去啊，里面的没有受了压力，所以有些宿便在肚子里面排不出来，因为你没有食物去推它嘛，啊，就没有大便。那怕这个食物在里面作怪，变成坏便当，好，食物坏食料造成一些毒素，所以我甘草下去解毒。你看看我们这个处方多完美。西医呢不知道这个，就是一个药，就给你说抗病毒药，看差多少。啊，这个不是我研究的，这是我们2000年以来的名方，啊，治疗任何的瘟疫。所以你只要不一见得是瘟疫，你只要听到他的症状，病人陈述的症状是怕冷，啊，口渴想喝冰的，或者是喘咳喘气喘咳嗽很厉害，没有胃口，就已经可以开始用了，啊。主要是没有汗，无汗，没有汗的表实，我刚刚不讲过实的不虚有没有？它还汗排不出来实，我们要靠麻黄把它打开来，哦，打开来，那这个打开来以后就收不回来，汗流不止，就变成本来老师我原来很好啊，结果吃了你大青龙汤吃的，嗯，咳嗽、感冒、发烧，通通没了，现在是流汗不止啊，汗流不止，你表虚了，就是你开掉太过了，虚也不对，实也不对，对吧？你说老这个麻真麻烦了，我真可怜，我帮他治了，救了他，救了他，还有别的毛病回来，还来找我，对吧？啊，终于有后面补救的方子，补救的方子呢，就是后面我们的一般的桂枝汤啊，里面全部可以买到桂枝汤，加一点炮附子下去啊。这个桂枝汤、桂枝附子汤呢，它就用在你汗悸发太过的时候啊，开太兴奋了，你看这个可以治好这个，对不对？那你看他是你岳父，太好了，我好好表现一下，对不对？你想说让他快点恢复，麻黄还4000-5000，一下去他汗好了，好了，结果他汗流不止，好，那你就赶快糟糕，赶快去收尾啊！所以当个医生一定要收放自如啊，闯了祸要知道怎么回来再去闯。懂不懂我意思啊？啊，所以说要这个不可以，这个只会闯祸啊，不会解决问题啊。我希望大家对以后能够做个解决问题的人哈。好，下来呢。
下来呢，好，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些好临床上面好我们的治症，好让大家看看正统传统的中医呢好能做多少。好，我讲几个案例。好，第一个呢，大家看到是我们的尿毒症，好，尿毒症的案例。这个尿毒症呢，好，它来的时候呢，走这个已经洗肾洗九个月了，啊，叫太太是50岁的人，那他是听人家介绍啊，所以来找我，找我呢，我开始动手帮他治疗，还治疗了3个礼拜，他是每3个礼拜要去检验一次，那检验是肾脏的功能，好，在我们那边的 dialysis center 的医生呢，一看他那个检验报告，哎，他说苏人啊，你是不是做了什么事情？他说我吃中药啊，他说怎么血验血那么好哈？我帮你洗肾啊，你不可能会有这种指数的啊，我自己很清楚，不会有这种指数。这种指数是代表你肾脏功能在恢复，好，你继续吃中药不要停，好，你看美国医师是这样子的，不像中台湾的或大台湾的不可能医学管理给你抵力掉，好，那结果呢？这个病人呢，就他说，他这个医生说，你继续吃不要停，再3个礼拜。如果3个礼拜指数比现在还更好，我做主，因为你就在我这里洗肾了，我了解了，你不要洗肾了，你就好，我就给你看，就是不要洗肾3个礼拜再看。所以在3个礼拜他洗肾了以后啊，再检验指数更好，因为他一直在吃我的药，那西医就当场决定。现在要证明是不是中药很简单，停止洗肾，所以你3个礼拜我不要给你洗肾，好，吃了药以后呢，吃中药，然后3个礼拜以后再来检查，如果比现在还好，有 dialysis free， 他就跟他病人讲，病人说好啊，这样做，就3个礼拜回来，他不是去找了医生来找我，他跟他先生两个来找我，看他太太看到我就抱我的哭啊，哈，那因为不用洗肾，这是我们中医可以做到，为什么可以治疗？洗肾，因为肾脏功能有问题的时候，西医就在尿毒上面着手，你这个这个尿排不出去，那个尿的毒素会跑到血液里面去清血。中医不是，中医的治症呢，肾脏有问题的时候，第一个我们是守住心脏，把心脏一守住了以后，你这个尿毒呢就不会恶化。好，所以我们守住心脏，强心脏了，我们心脏是苦味的哈，我们这个中药有酸苦甘辛咸。酸味的药入肝脏，苦味的药入心脏，甜味的药入脾脏，好，辛辣的药入肺，好，咸味的药入肾脏。那我们开苦味的药，像黄连、黄芩那种，你们大家都听过黄连解毒，解什么毒？解尿毒。甘草解毒，解什么毒？解肠胃里面宿便没有排出去的毒，这才对啊。那过去呢，甘草解毒，黄连解毒，你们问那个教老师的，说黄连解什么毒，他也解不出来啊，反正解毒嘛，好。好，就是讲不出来啊。那黄这个好，我们就会用这种解毒药。当肾脏功能出现问题了，当你一知道去固守心脏的时候，我们有这个处方呢，好，我们叫做这个桂枝啊、甘草啊，好，这个上面的处方哈，这个是叫我们有个名称叫做当归四逆汤，因为大家不是专业的啊，有专业的看得懂，没有专业的没关系啊。那当我们知道这个四逆汤好像生附子在里面，我们强心脏的时候，心脏一强起来，它就不会恶化了，恶化了。然后呢，我们再去治疗别的。好，比如说，我们知道待会我讲的肺癌也是一样，你只要知道下个病会传遍在哪个位置上，比如说肝病，我们治疗肝病一定是实脾。这么中医的认为说治肝要先实脾的意思就是，你可以把病情阻挡在肝脏里面，它就不会移转。比如说我们现在治大肠，大肠病大肠癌的话，我们要去食肝，一开始治大肠我们就要去食肝，那这是同时进行的，那你病就在大肠就不会移转到肝，所以很多西医不知道啊，很多大肠癌开完刀以后一年以后都移转肝癌，肝癌就死掉了。好，中医不会，中医一开始就知道你会移转肝癌，所以现在就开始动手了，你根本没有机会移转肝癌，就停在那个地方。好，停在那里。好，这是我们的处方。好，那处方呢，我们前面的处方，我们的当归四逆汤，因为病人当时呈现的啊，这个手脚冰冷啊，这种现象，好，那我们给他开
这个那个四逆汤，叫我们讲四逆就是手足冷的哈，叫做四逆汤。那病人吃完以后呢，如果手脚还是冷的，会越冰的，本来是冷的，现在变冰的，就不用吃了。好，但我们病人手脚开始温热，好，我们才会盖处方。重用把像我们这样把桂枝重用下去到六钱，然后白芍盖五钱的，这个就是好，因为我们确定好他需要这个药。我刚刚跟大家报告过，手的部分是心脏在管，脚的部分是那个小肠在管。手的心脏动脉要喷出去的，所以动脉手要冷的话，我们要加重桂枝；脚要冷的话，我们会加重白芍，因为这个正好是下焦在管的。好，这两个不太一样，我们会加减。好，那我们在6月1号的时候看到他还会这个还没有办法解，还尿里面还有一些毒素。尿里面有一些毒素的话，我们可以从他的口气里面，你可以闻得到他的这个尿味啊，尿味这样子。那这个我们还可以用那个黄连啊，才中用黄连啊，这种解毒的药在里面哈。那这个人这个洗肾的是可以治的啊，但是不能拖太久。你如果拖了，老师我已经洗肾15年了，也不用了，太慢了。好，开始啊就要找我们。这都是真人好真实的案例。好，这个就是我刚刚跟大家报告，这哈尔滨人，好，哈尔滨人，我们石膏6两，好，这个下去，一剂下去，这个病人就好了。大家看看这个药，好，比如知母、天花、麦冬啊、炒麦芽，好，当归啊、龙骨、牡蛎啊，这种所有的药里面都是天然的东西，没有任何好这个不天然的，没有任何合成的东西，好。好，这个一剂，这个药，这个病人很快，好，就一个礼拜就好。他后来呢，我还给他吃了，还再吃一个礼拜的药。我说顺便给你减肥，就太肥了啊，那个肚子太大，肚子比那个乳房还大，乳房乳癌也罢了，肚子那么大，好，在这个石膏会减肥嘛，好，吃了胃会缩小，好，我说我就交代他，那时候我要离开美国了，我就交代他，我跟他说，你继续吃药，吃到少量胃口70%以上左右啊，就停了。这样就少了70哦，还只剩30就好了，好，就他就听我的话就吃啊吃，那我他就吃到他认为小就瘦掉啊，好，今年还回来，我们这次临床的时候他还回来跟他结回来，他想要怀孕啊生小孩，这样，他现在这个我是超级粉丝哈，我的超级粉丝很多啊，我常常讲真的我心里很难过，有时候体力有限，一个人的能力有限，所以我尽量教大家。我帮人看病啊，不会得罪人，大家都很喜欢我。我真的得罪人是不帮人家看病，真的，我真的是很难过啊，我自己也做不到，啊，没有办法。这个太太啊，今年我们7月19号，就是2个月前的事情哈。这2个月我们在美国带学生临床发生的事情。这个太太来的时候，她右边的乳癌，她我说那你怎么知道你是乳癌？我说你有没有切片什么？没有啊。他我到医生我的那个大头那边去，那个乳癌的专科一看，他说你这不用切片，看就叫乳癌了，好，他那乳烂掉了啊，然后有个在开始流点化脓了。那这个太太70岁，那我就问他，我故意逗他，我说你怎么不去医院去啊？他说不去医院，我说你不要按照你的 traditional 开刀化疗，不要。美国人啊，我奇怪，那谁教你的？啊 ，my grandma 啊，我祖母教我。我说你祖母跟你讲什么？他说我祖母只跟我讲 ，don't go hospital。我说那你怎么知道来找我？有人介绍我来。他说好，好，对对对，这个是他们中间谈话的过程。那我们处方的时候，好，这种像你这个生一个硬块。那偶尔感觉有刀刺感，他还没有盗汗的现象，好，就是乳头凹下去。这个人呢，还没有恶化到也很严重。你如果持续的变化，啊，那个刀这个刺感越来越频繁，哈，开始乳房是热的，然后乳头凹陷区以外开始盗汗的话，失眠就加重了，好，就越来越演化越来越严重，就是这样子。好，那我们吃了处方以后，好，吃了处方药呢，好。到第一次处方，我们开了这个处方，大家看到那个黄生硫磺在上面哈，在经方里面，我们用这个现在中医界哈，实不相瞒，现在的处境很困，中医界哈，
实不相瞒，现在的处境很困难哈，非常是陷入困境。我们这个光先来看到这个主方，我们不要讲别的，第一位要做的看到是硫磺啊。硫磺现在走遍中国大陆，大概只有我一个会用，啊，他们不敢用啊，不会用。那这个硫磺呢非常好用，硫磺是颜色是黄的，它颜色是淡黄啊，像出生的小鸡一样。好，那我有硫磺啊，这个大这个好像原子弹一样，那效果非常的好，实际上没有毒啊。中国大陆不敢用的原因呢，就是以讹传讹。这个硫磺道教的人呢，他在炼丹，孙悟空不是跑到那个太上老君的丹炉里面，太上老君炼丹就炼的就是硫磺啊，啊，他说精液丹，他炼硫磺炼的长命百岁，实际上他就要想跟大家说，你们不能炼了，硫磺有毒，硫磺要经过我们这样淬炼，7749天多少来淬炼出来才没有毒，啊，就老百姓就不敢吃了。几千年来就这样以讹传讹，以后哈就不敢硫磺不能吃，这要经过道士来修炼提炼过才行，好就炼丹好过才行吃。实际上硫磺不是这样，硫磺没有毒啊。那硫磺没有毒，我们在用的时候，其他的药没有什么啊，就是硫磺啊，硫磺。那一些活血化瘀的药，因为它有伤口嘛，哈，有像活血化瘀药吃完，好吃完来这个病人呢就恢复，就已经恢复很快了，哈，就这个是。出诊啊，好。第二次好，第二诊呢，刺痛就减少好。那他的还是比较热，就是得到乳癌的那一侧的肿瘤比左边的还要热，好热有还有，但是减轻了啊。那我们就不要改了哈，我们再增加一些药在里面，好，增加一些药。那到第二周这个两周啦啊，第一周、第二周这个第二诊吃完，第三诊的时候。第三诊等于是病人吃两周的两个礼拜的药了，好才来痛，右乳痛全部没有了，双乳的温度都一样了啊，他右乳感不到任何的好刺痛，好，那他的病人的左手脉大于右手脉，就额头还是热，余我们要额头凉的，代表余热还没有排尽，我们再吃，这就是我们诊断，我们写经病历就是这样写，你现在看到我的病历了啊，好，不然的话我如果没有给你花那么多时间讲，就是。这下这个写的什么东西啊？胯膊，啊，其实都是重点在里面，啊，从头到尾，我们不需要这个女孩子把乳罩拿、胸罩拿来，我们后面20-30个跟诊学生，你也不用害羞，我们不用你拿，好，你只要陈述出来就好了，拿下来，拿不拿下来，我要不要看你都是热嘛，对不对？你拿下来就凉了，错了，凉下来照样是热，啊，那跟拿来没有关系，那个都不人道，你知道吧？不人道啊。我们对你比较人道，好不好？所以找中医看比较好，是吧？啊，这个呢，肺癌的案例，当年呢，他跟他先生来，很好玩，啊，他进来的病历上写的 "to save my life"， 啊，lung cancer stage 4，到现在还活到。我这次离开的时候，他在坐到面前，我们学生很多，我太太在跟他先生说，是美国人了，我要想办法 convince。开门是打算你留下来，不要离开美国。然后我很紧张啊，啊，我说太太你不会死，啊为什么？我说你现在的状况跟你4年前是一样的。怎么讲呢？4年前大家找我的时候，西医判定他只能活3个月到4个月，啊，当时的情形，西医这样判定就代表说继续这样子恶化下去，最多活3个月4个月就没了。那你呢？我们不要去管肺癌好不好？当年呢，我出手。我帮你看病的时候，一开始治疗肺癌的时候，我就坚守在肝脏上面，结果你的病情也没有恶化，肺癌也没有移转，你到现在还是4年前的样子，还是如果不吃药，后面只能活4个月，所以你多活了4年，这样了解我意思吧？他并没有说肺癌走掉，好，而是他那时候他维持到这样，所以4年前还活到，到现在当然还活到，但以后也还活到，他就不会死，好，所以我常常是找我看病就死不掉了。死不掉也不好啊，也不好，就是要想继承财产的继承不到，他们说还没死啊，早年还要看病死不掉，哎，要想再婚的也找不到，哎，没办法，好，就怎么都死不掉，嗯，所以有时候得罪人了啊，偷暗中得罪人家不知道，嗯，我不知道，对，好，这个最重要就是好，你看他的处方哈，这个病人呢，其实他可以好，可是呢，他很精。小精的，我真精啊！他养眼睛看我咕噜咕噜的，很聪明。我们有一种中药叫做石枣汤，石枣汤呢里面有甘遂、圆滑、大戟，
专门去肺里面的津液积水，肺有积水的话，病人没办法躺下去睡觉。这个水不去掉的话，这个水就会让癌细胞成长得更快。癌细胞也要喝水，癌细胞也要喝水啊。可是第一剂我下去的时候，剂量下手太软，我看她是小太太，瘦瘦小小的，到底有没有力气承受我这个剂量？对，哦，迟早上下去啊，那个上吐下泻啊，吐翻了。好，我就下手手软一点，结果他没有吐出来，吃掉那个没有吐了。太太讲，你吐像六颗不够嘛，那个八颗就好了，再给你一剂，不要。然后跟我撒娇赖皮，不要。我说那不吃不行啊，要不要？我不要，我不要吐，要不要下？你这是考倒我。那我说那不要吃什么？我要。你这对不对？我想尽脑，想尽脑筋，怎么样用别的方法把水从肺里面排出来？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色胺麻黄汤。那这个方剂呢，是从经方，就是从基本上的处方，色胺麻，我们用色胺麻黄汤做基础方，上面增加了好桔梗、紫参这个药。紫参这个药呢，在大陆现在不叫紫参，叫全参啊，专门治疗肺痛下利。肺癌到后来的时候会痛，痛在胸膈这边，好，非常的剧痛，然后分隔以后，上面是热的，下面是冷的，不断的盗汗，然后死掉。好，那这个病人我在紫参在开的时候，他一直在维持在里面，他都没有肺痛啊。哎，这个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刚介绍的桔梗，桔梗甘草汤只有两味药，就是桔梗哈。桔梗是很有名的，专门去治疗那个咳嗽咳白痰出来的。啊，肺癌的病人咳出来的痰都是上面的泡沫的啊，泡沫。所以我们用桔梗来不断的清痰，也就是说，这个太太在吃我的药，一直在保持的状态之下，没有恶化的状态之下。同时其他药呢，它吃在里面，我们后面有柴胡啊、郁金啊、茜枣，这边讲这个就是清肝的药，我在手到肝脏，就抓了这个是治症，这个治症是那个难经的治症的原则。难经说我们要治症要泻南补北啊，泻南补北，比如说肝有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去补肾哈，要去食脾啊，要去补肾啊，好，要泻心火，好，用这种的原则在治症。好，那这个病人呢，就是我手到肝脏，手得很好，所以他的病没有恶化。他跟我讲很好笑啊，我们同学讲，他讲完之后我们同学都大笑了。他说我没死，就是我不要死，我的房子不给别人另外一个女的进来。好，我们同学说啊，大的小，我记得你们小心的女孩很凶悍，这个好，这个要闪远一点哈，女孩很凶啊，那么固执死不掉，你看得了肺癌的。好，那个好，现在呢，今天时间到。今天我这个非常很多的案例想跟大家报告，我们以后找时间报告。这个我很荣幸啊，真的非常荣幸到湾区来跟大家做这个演讲。那希望下一次呢有机会，我带来更好的主题、更好的案例给大家看，让大家看看我们中医能做多少。好，现在我是请全力在训练我们的学生啊，我希望我们的学生每个人的实力要至少要跟我一样，要超越过我。我是训练又威胁啊。比如说这个戏，你看过我治疗三个乳癌的病人了，以后你得了，你不会治疗，你得了乳癌我不救你了，你非好学不可，就是把他吓死了，赶快回家去研究乳癌，是吧？啊，所以说找我跟我临床也压力很大，我治好了病，他们治不好就完，他得到的话他就完蛋了，我就不帮他治，好，所以说我尽量在做这个事。好，那还有一件事我也想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这次的万钧他们这个原来是在 Stanford 学校里面演讲。好，那现在地方太小，人报名的人很多，所以说希望大家支持哈，能够义务捐一点钱，我们做个场地费哈，我们没有想要赚各位一毛钱，还有一个场地费捐出来。如果经费，像因为他怕经费不够哈，原来超出经费的预算，好，超出他们的中华这个我们台湾台大校友会啊，还有共识医学会的他们协办，所以说如果有办法捐一点钱没关系，我们经费够的话，下次我还是会有机会来啊。把他经费不够，我说不好意思，去了你还赔钱。好，谢谢大家。要给大家问一下问题，还是这个时间？好，要不要给大家点时间够吗？对啊，对啊。其实我们今天非常荣幸有倪海厦教授来这边为我们做这么精彩的演说，不但是精彩，是非常有趣啊，非常能够打动人心。我们有一点时间可以给大家问一些问题。其实我们这场地是租到半夜啦，那这是我想倪教授大概问真的回答起来问题半夜也回答不完，所以我们开放二十分钟，有没有人有什么问题请义工能不能拿一下麦克风，我们的义工，好，谢谢你，那边还有两支麦克风，你把麦克风拿过去给了，拿个有问题的，好，那个太太先，那个好没关系，你先好从那边来，
谢谢倪教授，对不起，我有。谢谢倪教授，对不起，我有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教授刚讲过，这个奶水跟月经是有很直接的关系。那叫女人更年期之后，那么月经呢？那请问这要怎么来解释？那还有就是，做了子宫切除术，还有卵巢切除术之后，那这个又也没有月经了，那这个要怎么来，保养？那第二个问题就是，现在老人痴呆症的人好像逐渐变多哈、哦，那请问中医在这方面能够做什么样的治疗跟预防？嗯，还有呢？我记性很好，专业方面记得很好，记得。第三个问题是，忧郁症的人也越来越多，这中医可以治吗？因为曾经有一个西医，他讲过一句话，他说，中医可以治任何像脏腑里面的病，什么都可以治啊、哦。他说，可是只有一种病不能治，就是忧郁症。他说，如果中医可以治好忧郁症的话，我的头给他切下来做椅子坐。然后真的是很多。好，你请坐。我的亲友，当中很多人就是也是好尝试先走中医，但是都治不好，最后还是要回到西医就治好了。好，你请坐。好，请坐。我知道你要讲什么。第一个，女人没有月经啊，那可能是那个切除了，或者是更年期到了。我常常跟病人讲，你们女人啊，我宁可你下痢也不可以便秘。更年期还有月经没有以后，你一天要至少有两次的大便。哦，因为你还身体上还是会再制造奶水，那制造奶水的时候，这个奶水下面没有管道封闭起来了，这个奶水还是会出来。出来的话，它没有地方走，它就要走大肠走。好，所以要一定要保持大便的通畅。所以我听到女孩子便秘，我头就大了啊，就很担心你啊。那如果有便秘的，如果那个出来你没有便秘，同时大便很好，同时能够睡得很好，代表你心脏没有问题，你放心，绝对不会有乳癌啊。第二个呢？你讲的那个这个老人痴呆症的问题，哈，老人痴呆症的问题和骨质疏松症这两种病在中医的医学史上是不存在的，哈，几千年以来我们只看到非常多的病例记载，医案记载，这个五代同堂，然后最老的一代呢，好，他的曾孙玄孙他每一个人的名字都记得，生日都记得，只有记忆性很好，很长寿，同时没有摔到骨头折的现象。现在呢，动不动就听到老人痴呆症、骨质疏松症，我们去研究了，根据我的研究的结果，都是西药的后遗症。好，因为中医认为肾脏，肾主骨，好，骨头是肾脏在管，肾主记忆，好，所以你的记忆很好，骨头很好，代表你肾脏功能很好。任何东西会伤到肾脏的，造成肾脏负担的，就是造成老人痴呆症、骨质疏松症的原因。好，那我们曾经讲的骨质疏松症最明显的案例，我们一个老太太，三个孙女，美国人啦，啊，三个孙女扶了她来，然后她跟我 ，Doctor， 你 ，You have to tell my people， the doctor lied to me 30 years， 好，她八十岁了吧？她30年前50岁的时候 ，They told me， 她说吃那个 primary can prevent me get osteoporosis。现在呢 ，my whole body is osteoporosis， 好，这个是伤到肾脏。如果吃的钙片都伤肾，钙片不但不能补到骨头，钙片在肾脏里面还造成肾结石。好，所以非常多的药物，包括糖尿病的药、降血压的药、好降胆固醇的药，胆固醇药都会造成短暂记忆的丧失，都是西药。所以那么多年来，我们中医几千年来从来没有发现到有人骨质摔倒的骨头烂掉或者记忆不好，现在才出现，这是现代的病。好，那忧郁症呢？本来人好，忧郁症实际上，你如果今天忧郁，心情烦闷不好，那可能是因为你发生某些事情。就好像我那个病人，他先生过世了，他夫妻结婚50年，先生过世了。当然忧郁啊！你说我好 happy 啊，我 happy so delighted。这个我先生死掉，没有这种笨蛋嘛哈。就忧郁情绪不好是正常的，他把它当成病来治。好，我们一个病人呢，这很壮，那个他跟我常常都什么病都找我，人非常好的一个人。好，他有一次骑摩托车来，我一看，哎，摩托车很好，
他说我哪天死掉，摩托车就遗嘱啊就写给你啊。我说你不要死，不要死，我不要请啊。那我为什么请你遗嘱的好承受来的？好，我就跟他开玩笑嘛。结果他后来忧郁症，为什么忧郁呢？他在半年之内，他妈妈跟他姐姐同时过世。他没有结婚，他们姐姐没结婚，三个人住在一个屋檐下。半年之内，剩下整个房子，他很有钱哦，啊，家要过世钱都是他的，本来就他环境就不错，就他得了忧郁症。忧郁症以后吃 Zantac、Prozac 什么都没有用，就后来吃 Roloff。Roloff 吃了以后，忧郁症的抗忧郁药吃了以后就是想自杀。他有一天来看我的时候，眼神就不对了，眼睛这样斜着盯着我看，好像人家要欺负他一样，手这样抱拳，好像要打人一样。好，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哈，这个不要吃西药了，好，这个因为我给你药吃，你吃了以后，你妈妈跟你姐姐也不会从棺材里面活回来。好，所以你心情不好，爸爸妈妈，你妈妈还过去还忧郁、是悲伤，这是正常，因为你是人。好，结果被西医治，吃了忧郁药反而出事，他后来他自杀了，真的把摩托车留给我，他还记得把摩托车留给我，我才不要了。警察跑来找我说，这个他的遗嘱上有你的名字，我遗嘱上跟我有什么关系？他摩托车留给你，妈的不要，啊。这个是好不好？所以忧郁症是睡眠不好引起的。如果能够治疗好失眠，同时不要吃安眠药，就不会有忧郁症。好，所以忧郁症是药物的后遗症。还有就是一天亲人过世，心里面污浊，被西医定义成忧郁症，就吃了抗忧郁的药，越吃越忧郁。好，如果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不会，我们有逍遥散的，加味逍遥散很多，吃得很开心的哦。哎，对，还谁问题？来一个。啊，林教授，一个问题。很多人在排队啊，你说就是现在坊间很多人在卖这种酸碱水的机器，说我们要喝碱水，因为我们身体过酸了。但是刚刚您的那个八纲辩证法里面没有这个酸碱这一栏，有那这个机器有用吗？还是不需要喝？就这个酸碱水，就这个问题是吧？这个就不用喝，好，你不要花钱去买钱买机器买什么东西都是骗人的。好，你每天吃碱是对的，他刚刚讲的碱是对的，好。那你每天中午以后，你买到那个 public 去买一块钱四个柠檬，然后你把一个柠檬切两半，一天一半，中午以后吃完饭，把它切了的柠檬生的直接泡到水里面和，然后放进冰块或不放冰块都没关系。柠檬水的味道是酸的，可是柠檬是纯碱，哦，所以你手上如果有痛风啊什么东西，关节痛啊，你吃柠檬水就好了。本来不想讲了，讲了我的痛风药就卖不掉，嗯，就很好啊。那不要吃的痛风药还慢，我吃柠檬水还快。你看手指头关节都变回来了，哦，痛风就好了，哦，那个最便宜最好。那你说吃了回来农药中毒，那你皮没洗干净啊？跟我叫你吃柠檬，没有叫你吃农药啊，啊，所以 common sense 皮要洗干净一点，好不好？这样就可以了，不用去买那个，不行，啊，天然的才是好的。那为什么叫你中午以后吃，晚上不要吃？因为中午以后。你有时候早餐不吃啊，就忙上班啦，啊。中午以后中餐，一般人都会吃中餐，所以叫你饭后吃，胃就不会有问题。不然的话，你空肚子吃，早上然后柠檬水老是那么好啊，那我就每天泡柠檬吃啊，从早泡到晚，就胃受不了。好，所以我说中餐以后吃，到晚餐以后不要吃，啊，就是意思就是这样，饱了肚子之后吃就可以了。好。喂，你好，李教授。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我觉得我的脾气很不好，容易动不动就容易动怒，特别是孩子，有时候我在紧急的情况下，赶时间的话，小孩子要是有什么声音，就是打扰我的话，我就会很生气，对他们很凶。我觉得这样对孩子可能就是身心健康也不太好。我想有可能是我心火太旺了，因为我曾经找过很多中医看过，也好像没解决我目前这个问题。嗯，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月经来的时候呢，我觉得我的那个血色呢很不正常，是深红的，有点暗红色的，就是不正常的那一种。打断一下，我想今天因为林教授在这边不看病，所以能不能问一些比较大家学术性的，或者是比较大家的，不要问个人的病。你现在问的是私人的病，好不好？私人的病的话，我们那有很多开业的医师在现场。好，那个麦克聊。廖麦克，好，我们介绍给你，好不好？好，好，问大家都关心的，好，就像我讲柠檬水，你们大家回去，今天完了，超级市场没柠檬了。倪教授，请问一下，就是说，我想现场很多人是年龄也到了更年期之后，
女士在更年期的这个身体的反应比较明显，那男士的这个方面在更年期过后好像反应比较少，一点。以中医的角度而言，那这些方面在更年期之前跟之后有没有差别？那第二个我比较好奇的是说，您提到不管说是像 SARS 啊等等这些不同的原因造成的一些症状，在中医的角度，基本上如果症状是非常相似的话，那用药基本上是一样。这些方面可不可以请您再解说一下？您说这个基本上是把这些virus 等等给驱除出去。那我不晓得，因为我个人对这方面了解非常肤浅，不晓得能请您再多阐述一下，谢谢。好，那个男人的更年期哈，在各种的研究的报道哈，大概只有2%会发生在男人身上。好，那男人出现更年期的98%都不会有这个现象。那男人其实出现更年期的症状，第一个性功能会减弱，然后也没有欲望啊。第二个呢，这个斗志会没有啊。那斗志啊，对，好，这个就我要当总统，我要斗志很强啊，斗志就没有那么强，好，那其他的方面呢，就是好比较消极，不想去振作，好，大部分会有这种现象产生，但是也是5-6年的时间而已啊，5-6年的时间，那有没有药物可以？有些我们有很多说中医有些壮阳的药就适合在这个时候使用啊，适合在这个时候会有男人有，但是不是每一个都有。那第二个，你刚刚提到那个，我们讲这个 SARS， 它最主要这个处方呢，在排除病毒的同时，把肠胃的功能恢复回来。肠胃功能一恢复回来的话，体力会增强，所以抵抗力会加强。病毒第二次病毒再侵入就很难了啊！而且它身体会认识这个病毒，认识这个病毒以后，它就这个啊，你现在进来，它就直接把你干掉，就不会把你抵挡到外面了。好，身体会确认啊，所以我们身体抵抗力很强，会自己会确认病毒的。好，那现在你看我，比如说我从小到大到现在我都很少感冒，因为我从小的时候我就吃中药，啊，这很奇怪，那个颗粒药丸就怎么吞不下去，一颗白的抗生素吞到变很小，还在嘴巴里面，把我妈妈气死了，好，就带我去看中医啊。就是不是这样才好，所以说现在身体很好的原因在这里面，好不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尽量让好。我们左右各留一位，好不好？因为时间的问题，啊，我们左右各留一位。请说，麻烦简短一点。林教授，我想问一下，那个中医有办法啊，医治那个 Parkinson disease 吗？啊，怎么中医可不可以医治 Parkinson？ 好，来，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讲案例给你听。有一天呢，我在诊所里面有个。意大利人哈，带了一个妹妹，带了哥哥进来。那哥哥进来的时候，想走路就这样。好，妹妹就牵着哥哥进来。我说你什么问题啊？他说哥得了帕金森。但是我把医院臭骂一顿。我说为什么臭骂一顿？我跟医院说 ，My brother have no Parkinson。为什么？因为半年前我嫂子过世，他嫂子我哥哥跟他嫂子两个结婚30年。我嫂子过世，我哥心里很难过，很伤心。这个难过、伤心是人之常态，不是病。结果呢，到医院去，医生说你那个 depress 啊，忧郁症，给你吃抗忧郁药。啊，他哥就听嘛，医生说我有忧郁症，就吃了。就吃了2个礼拜，有一天在客厅走，直直的就人这样子，直直的啪躺下去，撞到地上，整个鼻子撞到地上都是血。啊，就赶快叫急诊啦，送到医院去。你说你啥？你哥哥有 Parkinson， 那个女孩太太那个妹妹就很火 ，My brother have no Parkinson， 这个是 damn drug， 那个骂那个叫 Parkinson 的病呢，也跟西药有关系，因为临床上看到都是这样的，他对某种西药产生了某种的，有的人吃抗忧郁药不会，就是自杀啊，有的人自杀的跳楼，有的人上吊都不一样，但都是自杀，好，那这个我看过很多临床上 Parkinson 也是这样造成。那再回头，我常常看，有时候看不懂的病的时候，我都有习惯回去看古书啊，看看一些医案，好，先药方啊、医方啊什么，就看一些古书里面没有 Parkinson 的记载，没有 Parkinson。临床上面我们可以帮忙，当然可以帮忙，我们一些去痰化痰的药去治疗的时候，病人抖就会减缓，然后加一些强心脏的药，病人能够睡觉，好睡觉，然后手抽筋软的时候抖动的时候，我们有两个，一个呢是这个抽筋。
好，如果这位先生今天晚上，你奇怪，晚上没事，我知道半夜的时候脚抽筋，最痛苦了，我睡到半夜的时候脚抽筋醒过来，好，中医叫筋肝筋苦急，要及时肝以缓之，肝就是糖。那你到车，你要下将我们这边出去，你到外面 public 去，沃尔玛去买一个那个蔗糖哈 ，cane sugar， 或者黄糖 brown cane sugar 都可以。买回来呢，晚上睡觉前拿一个杯子哈，这个中杯子，好，那个到一半的糖在里面，整杯的糖啊，整杯的半好半杯的糖，然后倒点水下去，说让它化在里面。这个糖水很甜，你一喝下去，今天晚上就不抽筋了。好，那一个礼拜喝一次，你就不用再去抽筋了。那如果说还在抖，抽筋的现象，还有肌肉会抖啊，那把肌肉去掉是麦芽糖，所以麦芽糖跟小健中汤里面的麦芽糖跟我们的那个蔗糖是功能是不太一样的，小健中汤麦芽糖呢能入脾脏，所以说你就买个麦芽糖啊，买一罐 brown sugar 买回来，然后糟糕，等下出去柠檬也没了 ，brown sugar 也没了，麦芽糖也没了，好，这样就可以好治疗，还没有动到我们的药，痉挛就缓下来了。然后回头去看看你的找医生，看看你的医药史，你吃的药什么药，然后看看药的副作用，啊，你就会知道很多药的副作用是那个发现人的症状哦，很多药物哦，啊，这样症状出来的时候他还不说你，等他吃一段时间以后才变成哦你是帕金森，啊，可是很多人没有发现到这一点，好，这个是药物的副作用。好，我们最后一位啊，因为你教授已经讲一整天的课，很辛苦啊。这一位，好不好？林教授你好，我想问一下，因为市面上有一些说，只要你脊椎症的或者是盘骨症的，就是骨盘症的，你就不太会有疾病，所以我想问一下中医对脊骨方面的一些看法，还有那个弹响腿，弹响腿在西医上面是弹响腿是韧带方面的问题，这种中医是可以治疗的吗？您说弹小腿？弹响腿。弹响腿就是在大腿跟那个骨盘中间会有咔咔咔的那个声音。哦，弹响腿，你像那个会骨折的声音。好，还有呢？还有那个脑神经方面的问题，是中医方面也可以治疗的吗？对，也是可以治疗的。像我们的一般的温病派人，那个易肝散，那个想自杀的易肝散效果就很好。好，那想的忧郁症的吃加味逍遥散，吃下去人就很开心了。好。那个前面那个骨髓的问题哈，那个骨头的问题，这个骨节里面有声音的话，中医是认为说是里面有寒湿在骨头里面啊，寒湿，那寒湿去掉就好了。那我们为什么认为寒湿？就是我们为什么开着寒湿两个字出来？因为我们中医有去寒的药，有去湿的药。那把寒湿的药开在里面，同时把寒湿再加点利尿剂，茯苓啊、猪苓啊，这把它从寒湿从小便导出来，它就好了。那至于说脊椎骨是督脉，是诸阳之会，所有的阳会在这边，挺直脚站能站直会有帮助，会有帮助。那这个是正确的做法，正确的做法。那至于说很多人呢已经有骨髓偏的，就是 S 型的骨头或者是这个变形的话，你如果还可以走路还可以做，就不要去动它。好，这个我们美国有个智慧的智者讲的，他说 ：“If it's not broke, don't fix it。”就是你没有断裂，不要去修理它。你这个弯脊椎骨侧弯弯了60年了，你还在里面弯，那你不要去动它。一开完刀你就不能动。很多人这样子哈，所以这个，但是你刚刚讲的非常的正确，保持脊椎骨直，好人者，这是绝对是常态，好对身体会好的，好不好？非常谢谢林教授给我们这么精彩的演说，请大家再一次的掌声鼓励。好，谢谢大家。那如果方便的话，因为学术经费有限，刚才林教授也提到，那个台大校友会、中国工程师学会的经费非常有限。如果能够稍微意识一下，赞助一下活动，我们会非常感谢，以便下次再有机会。这所有的活动经费都是由台大校友会负责，跟教授跟其他组织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没有绝对没有利益上的因素，请大家放心。那如果出去的时候，请走左边出门，右边是他们的 storage， 所以请走左边出去。谢谢大家。所有的义工能不能到前面来集合？我们跟林教授合照一张照片啊！那所有义工。